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宣布开会，首先进行报告事项，请议事人员宣读上次会议的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交通委员会第十九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105年12月15日星期四上午9时至下午3时5分，地点本院喉咙201会议室，出席委员郑宝清等15人，列席委员钟嘉宾等10人，列席官员交通部常务次长齐文忠等，主席李召集委员昆泽。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事录，决定议事录确定讨论事项异议审查委员郑天才等19人拟具发展观光条例第二条条文修正草案，二审查委员叶一金等22人拟具发展观光条例增订第37条之一、第55条之一及第55条之二条文草案；三审查委员叶一金等17人拟具发展观光条例第38条条文修正草案；四审查委员肖美琴等18人拟具发展观光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本日会议由委员郑天才、叶一金、肖美琴说明提案要旨，再由交通部常务次长齐文忠、观光局局长周永辉报告及回应委员提案后，继而委员郑宝清等19人提出质询，均经常务次长郑齐文忠及相关人员分别予答复。委员徐峥为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决议一、说明及询答完毕；二、委员于质询中要求提供相关书面资料或未及答复部分，请交通部及相关单位紧速以书面答复。三、讨论事项第一案至第四案均审查完竣，第一案及第四案并案拟具审查报告，第二案及第三案分别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召集委员李坤泽补充说明。审查结果并案审查第一案及第四案第二条条文第五款，依委员郑天才等19人及委员郑天才等5人所提修正动议修正通过。二、增订第15款，依委员肖美琴等18人提案通过。三、其余条文均维持现行法条文未修正。第19条条文第一项，依委员肖美琴等18人提案修正通过。增订第二项，依委员郑天才等9人所提修正动议通过。第三项及第四项，除项次第以外，依委员肖美琴等18人提案通过。第四项除项次第以外，依委员肖美琴等18人提案修正通过。第34条条文第一项，照现行法条文未修正，增订第二项，依委员肖美琴等18人提案修正通过。第34条之一条文不予增订。第49条及第51条条文均依委员肖美琴等18人提案修正通过。第53条及第66条条文均维持现行法条文不予修正。审查第二案，增订第37条之一、第55条之一及第55条之二条文，均因委员叶一金等22人提案修正通过。审查第三案，第38条条文第一项维持现行法条文未修正，第二项依委员叶一金等17人及委员郑天才等人修正意见修正通过。通过附带决议一项，通过临时提案4项，散会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对议事录有没有意见？有什么意见？好，陈国博委员发言。如果有发言的委员，请到主席台面前登记哈。好，谢谢主席哈。我想这个针对今天的会议记录呢，本席以往对会议记录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哈。但是今天的会议记录我有点意见，主要是针对交通部对于我们立法院的建情案呢，视若无睹了啊。那针对上个礼拜三，本席有提案，经过我们交通委员会所有的委员的同意，也提出一个提案，那是要求呢。结果交通部希望能够改成建情，那我们从善如流的建情呢，结果马上我就被打脸了啊。我今天的发言不是为了我自己，3年前我站在执行台里面。我特别提到国道计检收费要符合道路使用的个公平性。今天不是说哪一条道路要不要收的问题，是公不公平的问题，怎么收的问题。那我想如果道路公平性的维持都没有维持的话，那你其他的部分呢，怎么让人家国人能够信服说啊，我们交通部的这个政策呢是符合啊这个全民的利益。我想中央政府到现在呢，一直漠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城乡失衡的问题，就是我们国土发展的失衡的问题。我一再强调，重北轻南，重西轻东，重本岛轻离岛。西部有16条快速道路，有2条铁路，有1条高速公路，有好多的省道，
还有机场有几个？东部两个，花莲跟台东，宜兰没有机场啊。那我们看看国道，国道总共有八条，西部有几条？有七条，东部有几条？国道五号只有54公里的国道五号，叫一条了。我看连0.2条都不够，蛮遗憾的哈。我也在强调了，今天国道计程收费从3年前开始，在还没有国道计程收费，我们叫收票收费。苏澳到头城阶段是免收费的，是不计算车费的。结果国道计程收费之后呢，阶段要计程收费。那原来的国道24、60、80仍然没有收费。我们当然知道交通部考量重点是公共运输效能的不足。那请问国道五号宜兰偏远段公共的运输效能够吗？如果你们道理讲的是道理的话，我个人可以接受。今天我们站在这个国会议坛，我们要讲道理。宜兰县因为国道计程收费，我算过了，大概每年县民要花在这套道路上面大概5000万左右，5000万而已啦。你们阳明海运呢，一年公关费就5000万呢。国道24、60、80如果要收费的话，我想任何一条都超过5000万。他们已经10几年都不收费了。部长，我们不是嫉妒啦，也不是羡慕啦，我们是要求公平。你听得懂听不懂这个道理吗？好，我今天要在这里跟大家报告一点，国道计程收费，全世界有没有哪一个国家纵向收费、横向不用收费，还有外加20公里免计程收费，有道理吗？如果有道理的话，请大家拿出来说服大家，请交通部说服大家。宜兰人不是计较这点小钱，但是交通部这样欺负宜兰人，提的国直线铁路93年你们就核定了，到现在连个样子都没有。93年交通部就核定东部铁路提出计划，直线铁路，结果我们贺锦部长一上台就说这一条道路我们要慢流。直线铁路我们要从那个瑞芳那边过去慢慢来，这条道路我们反对。结果你说要评估，要继续研究，要环评，我们反对的案子你要推动。啊，今天不是我个人意见，我代表宜兰人反对这条南港到瑞芳这条有财团介入的这条，只省18分钟，要花政府500亿的直线铁路，部长。国道五号怎么塞车的？你不了解。我每天为什么要从坐国道客运上来？为什么我苦民说苦？你改天你来做做看，你假日你来做做看。第二点，苏花改马上要通车，将来必然会塞车。国道五号连接苏花改阶段，你要不要做？东澳到南澳必然会塞车，最危险的路段，你要不要做隧道？这个你都要去考量啊！结果你一上台就发表书面记者，这个都是你发表的记录，不是我讲的记录。部长，你不了解东部了，你别站在台北的观点来看东部的交通了。为什么蔡总统到宜兰的时候特别讲东部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在交通问题，我想东部的三个委员为什么留在交通委员会？萧美琴委员为什么留在交通委员会？刘兆豪委员为什么留在交通委员会？大家跟你讲，东部的交通不足了。今天国道五号，本席重视的是宜兰人的一个交通，是一个公平正义，是宜兰人的心声。结果你不重视，你也不解决。你的报告哦，我会开公听会，请全国的学者专家。大家来评评理，大家来评评理，看看交通部所谓的国道计程收费的方式合不合理？那我想，民主殿堂啦，人民才是国家主人啦。部长，你没有代表民意，请你来倾听一下民意。如果你连这一点都不愿意的话，你就不够格当交通部长。好，谢谢欧博委员。那个
请张路务要检讨哈。议事录没有错误遗漏，那么确定。现在介绍在场委员，首先我们林俊宪委员、郑天才委员、叶宜津委员、陈欧博委员、陈树叶委员、萧美琴委员、李坤哲、招委。好，我介绍在列席人员哈，我们交通部贺成部长，贺成部长请坐哈。我介绍列席人员，行政司陈进生司长，请坐。会计处冯玉芬处长，好，请坐。人事处李玉慧副处长，总务司陈玉文专门委员，航港局谢卫军局长，主计室林秀柱主任，企划组林许唐修组长。好，请坐。港务组叶金清副组长，秘书室许怀平主任，请坐。资讯室于建勋主任，台湾港务公司吴蒙芬董事长，吴市长请坐。总经理郭天贵总经理。好，财务处资深处长陈树芳处长，业务处郭副处长。好，行销运筹处张乃文处长，企划处苏建龙处长，工程处王景龙处长，会计处朱碧玉处长，人力资源处洪明山处长，基隆港务分公司蔡丁义总经理，台中港务公司钟英凤总经理，高雄港务分公司张国明总经理，花莲港务分公司骆传孝总经理，台湾港务港勤股份有限公司黄国英董事长，行政院主计总处林秀春科长。好，谢谢，请坐。好，请议事员宣读讨论事项的案由。继续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非营业部分关于交通部主管航港建设基金预算。第二案，继续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营业部分关于交通部主管台湾港务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预算，宣读预算处理，宣读完毕。好，请议事人员宣读航港建设基金及台湾港务股份有限公司的预算数。航港建设基金非营业部分预算数，依业务计划详见第2-9页业务计划。二、基金来源、用途及余处。一、基金来源86亿6708万6000元；二、基金用途97亿5033万4000元；三、本期短处10亿8324万8000元；三、结缴国库11亿2982万4000元。台湾港务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预算数，一、业务计划详见预算书第9-22页；二、业务收支，一、营业总收入212亿3836万6000元；二、营业总支出不含所得税费用144亿1445万8000元；三、税前净利68亿2390万8000元；三、服务成本如无修正，应续名随同营业总支出审查结果调整。四、转投资计划新增投资4亿1290万元；五、重大资建设事业82亿9548万5000元；六、资金应用详见现金流量之预计及合并现金流量依据表。宣读完毕。好，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的第一案及第二案的处理，并进行协商，同时请议事人员宣读委员提案，另临时提案一并协商及宣读。他宣读航港建设基金委员提案第一案。航港建设基金106年度基金来源征收及依法分配收入项下，商港服务收费收入编列48亿元，应增列5000万元。第二案，因委员均宪等提案，航港建设基金106年度税入商港服务费编列48亿元，增列该笔预算500万元。第三案，以委员坤哲等提案，106年度财产收入项下，租金收入航港
港务公司编列198,858,500元，删减3500万元。第四案，黎文坤哲等提案106年住专业服务费编列预算1,6422,800元，应予删减6000万元。第五案，简文东明等提案航港建设基金106年度编列专业服务费1,6422,800元，删除预算1/4。第六案。陈伟、OPPO 等提案106年度服务费用专业服务费编列1,6422,800元，删除该项编列经费1,6422,800元的1/10。第七案，林伟俊宪等提案，航港建设基金106年度预算服务费用专业服务费编列1,6422,800元，建议删减该项预算1000万元。第八案，郑文宝清等提案，106年度港湾建设计划项下编列经费1,5020,000元。跟各位委员报告哈，我们现在先审航港建设基金。航港建设基金，好，请部长还有我们行政官员哈，服务费、工程及管理咨询服务费编列工程航港编列台中港区。台中港沿岸中华白海豚族群生态环境监护。请各位翻开第一页哈，第一页跟第二页我们并案了哈。是提出检讨报告或通知。第十案，郑文英本的提案，香港建设基金港湾。第一页各位有没有意见？高雄整体交通刘德豪委员运输模式改善研究400万元，你建议400万元全数删除。好，行政部门说明。郑文英的，我建议一下哈，那个高雄港第一案哈，因为你现在三港的服务费跟管理费用哈，事实上对民间的征收呢并没有减少，那为什么在向下呢会竟然年度会减少2800万？这么能说明一下？委托调查研究费700万元，建议全数删除。跟各位委员报告一下哈，那我们106年度的预算主要是依据104年的决算为基准，然后同时参考我们最近一个景气的一个指数来推估。那事实上，因为最近这两年行业的那个产业有比较低迷一点，所以等于是说我们是有比105年度稍微少估一点。那因为其实我们推估其实真的是有困难，是会达不到。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建请同意？好，免予征列。对，那个主席啊，这个全球海运不景气是真的事实啊。本席也赞成说，这个在不景气的情况之下呢，要针对这些国内的民航港埠业者呢，考虑一下他们的生计，是不是在交通部能够考量一下哈，能够减少一些管理费用跟租金的部分哦，以符合实际的，否则一再的要求绩效，那你自己。这里的这个预算又自己又编少编列，那好像这个是因为在惩罚这个不景气的这些业者哦，因为你管理费用跟租金没有增加嘛，大部分都从这里来源嘛，啊，当然量不景气量会减少，所以他的管理费用会减少，这个必然知道的。他们的盈利已经很困难了，但是你租金管理费用好又没有下降的情况之下，这样子的话对业者来讲呢冲击更大，所以我们能够提醒一下这些民营的港埠业者哈，这个我还有另外一个提案呢，大家再做处理啊。针对这个部分哈，我个人没有特别意见说需要增列的哈，就是说我们要一并来考量啊。你自己考量，你自己没说没办法收到那么多，结果你对民营港埠业港商业者，你又不减少管理费用跟租金，这样这个道理就很奇怪的，2亿，好吧？2,320万。好，各位委员还没意见？清水油气区域废弃物清除工程2亿元。第一案跟第二案并案了哈。3案修理及保固。第一案是增列5000万，第二案是增列500万。预算1000万元。第24案李委员坤正的提案。好，这个我意见是因为航运业确实是会不景气了。我看160万元。如果你用经济成长率来推估航运的收入，这个。第25案，因为这个我们是可以讨论一下的哈。不过他在是参考决算嘛。基金高雄港岸停港。我说那提案内容。计划预算数53亿。那就不处理了，好不好？全员冻结。好不好？没有意见。第一案、第二案不处理哈。好，谢委。第26案，成为 OPPO 等提案。好，第三案。港岸停港。第三案的部分呢，是有关于租金收入港务公司这个部分呢。3亿3600万。那这个预算编列的19亿8000多万。那么我们看航港局针对海运纾困提出的说明里面指出啊，
台湾这个将对租予港务公司的土地租金减免50%，那个平均每年将减收3500万元。那为了落实相关政策的规划，那106年度的租金收入港务公司的预算编列19亿8000多万元，我认为应该3减3500万。那请交通部这边来做说明。好，请交通部说明。这个本案我们同意办理。7亿1000。啊，我们同意办理。806万元。什么？同意办理啊？是。好，第三个案同意办理哈。第三十案，台湾国际商港未来发展。第四案我们照案通过哈。106年度编列。然后第四案。7亿1866万元，建议冻结该预算1/4。第四案到15案哈是一样的。第三十一。好，第四案到第15案是一样的。台湾国际商港未来发展建设第四案到第15案计划编列7亿1000万。报告主席。是，请讲。航港建设基金在106年度有关于专业服务费编列的1亿6000多万。那我们看104年度的决算是1亿915万，那大幅增加了5000多万哦，5500万。那我们来看103年度、104年度的专业服务费啊，它的预算执行率只有85%以及64%。那其中104年度编列的1亿6000多万啊，1亿6900多万，那仅执行了1亿915万，执行率啊实在是偏低哈。那我是建议3减6000万啦。哦，那这个部分请港务公司，我请那个航港局来做说明一下。请那个工程科陈科长说明。台北物流。各位报告哈，针对执行率落后的部分来说明，因为高雄港有一个第三港区，它在洲际的旁边。那因为第三港区，因为它涉及到一个经费的，包括一些产业需求，到底是要经济部呢，或者是说由港区的那一些发展，所以这个部分呢，在104年跟105年的时候，针对这个计划，其实未来要发展，其实还没有很明确，所以后续的两个规划案都还没有进行。这个先跟委员报告。那我跟委员报告是说，我们针对于这一个部分呢，增加的经费哈，大概委员关切的几个案子，第一个是高雄港有一个交通的案子哈，因为高雄港其实因为洲际二期已经开发，那因为国道7号现在还有环评的问题，所以洲际二期那个石化专区那边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它的交通的不过也请注意一下那个执行率偏低的问题，那本来是要。我的建议是要3减6000万，那我看就3800万嘛，哈，3800万。谢谢委员，谢谢。3减50万元。第42案，陈文坤。好，请问叶玉金委员发言。电费编列228万7000元，你冻结专项计划编列228万7000元，是1/4。部长，是13页。部长来，部长，我要问的就是这个委托哈，委托研究，我们一直说了，那为什么这些有没有先找运研所委托研究啊？为什么要委外？建议冻结不必预算1/4，是3个月内向交通委员提出报告核实的动支。第45案，林伟俊县的提案，公共关系费编列300万元。有叫运研所研究吗？46报告委员啊，为什么不给运研所？为什么要委外？编列300万元，你提案删除100万元。第47案，陈文书院的提案，公共关系费编列300万元。那个报告委员哈，这个委托研究案有好几个案子哈，那我们都是优先加那个港湾，就是运研所。那如果有些运研所他专业不给予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才会委外这样子。好，部长你听到了哈，是运研所他又专业不给予。哈，所以我们审运研所的时候就是这样跟他们讲，哈，你看他应该要做的他不做，然后他自己想自己对自己做，然后自己又做不来，又连运研所在委外，这样不行了，哈，好，第52案，没有啊，所以运研所就更不应该去委外，哈，你这些先做一做吧，不要再委外了，哈，好，但是呢，这里一样哦，我们觉得很奇怪的，这是法律的研析，好，法律的研究哦。
也要委外，法律是公权力耶。13，我的是13哈。法律的修正是公权力的事项哈，这个应该是你们自己办。怎么连法律研究都委外嘞？哈，报告委员，那个有关那个我们港区的特许行业，现在目前剩理货业跟，并于两个月内向本院剩特许行业剩理货业跟专业承揽业两个业别。那这个现在目前整个国际的相关的一些相关的协定哦，都是朝向自由化开放的，朝向自由化开放的走向。所以我们针对这两个特许行业的部分，我们是也跟商纲法里面有相关的规定哦。那我们是不是朝向整个自由化走向的话，我们去针对这一方面去做委托研究，游艇等相关设施就延期啊，港口兼具商港及休闲游憩功能。第57案，林文君先生，我想这个应该他们现在说明是说，过去如果是已经既定的法，那么由航港局来执行大概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如果是朝这个自由港化这个方式的话，有些法令上或者是从商业活动上来讲，它的性质不一定是我们航港局原来的同仁能够理解，所以能够委外了，是不是？这一点能够请委员了解跟支持。林文君先生的提案，好了，可以了，啊，是这个确定是这样。那还有委员要发言吗？那这个就删少一点了，不用删那么多了哈。这个案，你要用统删吗？要。业奖励措施。删减是不是到我们李坤德招委啊？就第4案到第15案。相关作业也规定。我们统删800万。专业服务费一共多少？统删800万。专业服务费一共多少？加起来total多少？务实之利用。1.64亿啊！发展最大利益。删1000啊，删800太少了。萧美琴的提案。1000啊。要求交通部折算可以的。好了，那李坤德委员删800，叶云委员删200，是不是这意思？随便啦，统删啦，哈，好了，可以了。对啦，1000啦哈，那还是800啊，1000啦，统删啦。你在800万里面，哎，有没有意见？行，针对花莲港区范围，可以啦，1.6亿可以啊，同意办理。好，那就第4案到第15案，港区的经济统删1000万啊。防坡堤检修修，还有冻结提案的部分，要求交通部冻1/4，书面报告以后使得冻资检验有冻结，花莲港之营运保障1/4可以吗？安全啊，不要冻结啊。是不是建议有删除就不要冻结？好，是，谢谢委员，谢谢，好不好？好了，不要杀2次嘛，哈，好了，剥了皮嘛，再那个啊。委员，好吧，那就不要。刘文正好等。那第16案开始哈，第16到23，收入租赁并案的哈，34.9586万，应增加3亿元。第二案，啊，主席，宽恒等提案。106年度第16案哈，我想请教一下那个台北港清水油气区的废弃清理工程专案报告，今年变了2亿，那过去到现在总共变了几亿，未来还要花几亿进行这个废弃物的清除。252万1000元，提案3减150万元。第4案，跟委员报告哈，这个垃圾清水案呢，是当初在开发跟新北市要开发一个油气专区的时候，发现有那个大量的废弃物，那环保局因为追查不到行为人，就是丢弃的人，所以要求土地开发者，就是航港局这边来负责清运。那我们在挖第一期的时候呢，发觉比原本顾问公司规划的呢还要多2倍以上的量，所以呢，我们在去年度跟今年度，因为已经挖开来，势必要去清运，所以这一期的部分呢，我们在今年度呢再编了2亿多。那未来其实我们现在已经跟港公司还有顾问公司协调，是不是可以跟环保局去协商，说这个废弃物看用怎么样的处理方式，还没有挖部分是不是可以就地掩埋，或者是说把期程去做一个拉长，就说慢慢挖，在不影响环境污染的状况下慢慢去挖。所以105年106年呢，就是挖出来的势必要处理，所以这个2亿的部分呢，请委员支持。105年多少？前委员东明等提案，印刷装订广告。你刚刚没回答我的问题啊，之前花了多少钱，之后要预估花多少钱？第12案，陈委员欧珀等提案，印刷装订广告费106年度编列5482万8000元，删除
1000万元。第十三案林伟军先生提案，印刷装订广告费编列5480。过去花了5点多，今年、明年花2亿，那以后呢？跟委员报告，我们分为两区，第一区呢，现在花了三点五亿，那我们今年呢还要再花2亿。那第二区块原本顾问公司呢是大概规划5亿多，第二区还没有开挖部分，就是我们现在要跟顾问公司还有环保署这边来协调，看是不是可以用就地掩埋，或者是用什么样的处理方式来办理。删除1000万元。主席啊，这个哦，土地的管理机关是我们啊港务局啊哈，港局。那土地被人家这个偷港务公司盗弃废弃物都没有感觉啊，要花了10几亿来清除这个工程。那能不能把请这个交通部把这个案子查一查？那为什么新北市不处分那个航港局呢？一般民间的话，你找不到这个废弃物的这个清盗者的话，就是处罚地主了。3600万元。所以这个交通部有责任呢、啊，你们航港局怎么在管土地的？到底有没有在管？还是你们纵容？跟业者然后勾结，然后给他放垃圾，然后再政府再花10几亿来花这个钱来清垃圾，有这个道理吗？跟委员报告，这是民国80几年的时候，新北市那边就是被偷盗的时候，因为航港局是101年成立的，所以这个部分呢，当初在盗的时候，我们也请环保署要去追查。所以啊，这个钱应该跟新北市拿才对啊。怎么由我们来花钱？因为他依照规定的话，必须要土地的管理者就航港局来支付。新北市管理土地管成这个样子，然后交土地给我们航港局，我们还就给他照单全收。那现在政府还要花10几亿，那以前那些暴力谁拿走了？是新北市政府拿走，还是业者拿走了？对不对？那现在全民买单。我在这个事情要调查清楚了，写个调查报告哈，跟本委员报告以后呢，我们再重新动资经费。哦，我这预算呢，暂你搁置了。3851万6000元。主席。好，本席这里针对我们航港建设基金哈，在106年度在港湾建设计划项哈，编列了21亿9054万嘛哈。那我们看到比上年度增加了3亿7352万1000元。那在我们看104年度的决算哈，尚有2亿1920余万哈没有执行的哈，所以这个执行率哈偏低哈，所以在这个港湾建设基金这个计划这个项目哈，本席这里建议就是删除1亿元的预算。用品消耗编列3851万6000元，删减该预算100万元。那个等一下，各位委员还没意见？用品消耗编列500。好，各位委员，我是第19案哈，我们讲完一起。有关于修理保养及保固会，那编列的预算是7亿8100多万，那比起105年度大幅增加的3亿2900万，那成长的幅度高达72.6%。那我要请教一下，这相关预算是否需求如此庞大？那另外相关的工程能否如期完成？是三个，这个也是一个未知数。那我是认为国家的预算短缺哈，预算的编列考量要更审慎，不宜过度的扩编了。我是建议删除1亿元啊，这个请大家来做裁决。好，谢谢李兆伟，我们叶一金委员发言。好，我基本上支持陈树业委员跟李坤泽招委的提案哈，因为我们说这样说好了哈，我们其实看到有一些工程，比如说我在第十案提的这个航道的疏浚工程哈，还有这个码头船习区跟港域航道水深测量作业，这个每年都一样，好，其实不用每年做啊。后来你们来解释说，台中港、高雄港、布袋港，因为比较容易移居，所以是提出一定要每年做，一定吗？一定要每年做，不做会怎么样？报告委员哈，因为像那个高雄港是每年都要疏浚，而且因为哈，它是
它范围很大嘛，它是一区一区哈，每年分区来做。那再来台中港哈，因为淤沙比较严重，所以它也是，而且港域很大，它是比较严重的就挖，然后就是分区一直挖这样子。所以说每年做，布袋也每年做，为什么？因为布袋在那个堤口那边哈，那个漂沙很严重，如果没有每年挖的话，会遇到只剩下3点多米，是根本那个客船都有问题。那这个我接受了哈，如果真的是需要每年做，那只好每年做了哈。但是这个码头船席跟港域航道，我们有说了那个测量，这个不需要每年做的了哈。我们让你预算还是排在那里哈，项目排在那里，但是不需要每年做的，你就可以删一点了哈。那至于怎么删，我就让那个赵伟处理。哎，赵伟，我们赵伟，哦，好，林伟。你那个保养保护费为什么增加那么多？没有说明的。预算是补充报告，跟委员报告一下。为什么增加3亿多？代理及加工费并列两个几个主要项目，第一个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台北港清水油气区的废弃土的清运，这一个是2亿嘛。第二个就是那个这一次像苏澳港南码头南黄坡堤的修护哈，然后原来在要修护，现在已经设计完了，但因为那个苏迪勒那个莫兰蒂台风啊，所以我们又要稍微调整一下，所以这个部分呢会增加蛮多钱的哈。那这个部分是一定要赶快来处理的，所以增加的部分是这两个比较多哦啊，其他的就是刚才报告，就是说疏浚，那浚挖的话，那个测量的话是疏浚完就要测量，要不然怎么知道说它到底疏浚的状况是不是正常，或是水深到底够不够这样子以上？那你说明书应该要写台北港那要增加多少？那苏澳那边应该增加多少吗？冻结公司冻专业服务说你预算书的说明也没有办法估算出来，那你怎么可以直接就增加3亿多？刘文正号的提案。委员报告一下哈，都被倒呀，你的钱都被倒。没有那个台北港那个，那个废弃土的部分是2亿嘛。哦，那再来就是苏澳港南码头南黄坡堤的部分哦，这一次要增加大概1.8亿啊。1.8亿、啊，原来哈要修复的部分是，大概将近1亿。这一次因为那个莫兰蒂台风受损很严重哈，所以我们要加固加强这样子来修复，所以这个部分就要加1.8亿左右以上。那这样加起来就3点多亿了。好，各位委员还没有发言。叶伟仪，好，欧博那个。我坚持哈，台北港清水油气区的废弃物清理工程呢，删除了，这没道理了。政府花了10几亿在擦屁股，公务人员管不好，然后政府要花钱擦屁股，然后管不好的人又没有责任，全世界哪有这种政府啊？6.6万删除，对不对？本笔费用300万元，并冻结1/2。跟陈委员报告哈，那个因为他年代久远，没有办法考究当时是怎么样。他以现在的状况，你不去清理，现在的管理机关就有违法的这个质疑了。所以这个部分拜托委员要支持一下。比1/2是。我们不能考哦，八都可以考了，不能考。那讲什么？那个完全没有办法查出是谁。没有查的话，民间的话就处分地主哎，民间都是这样子在处理的。新北市都没政府啊，都没责任啊。报告委员哈，因为88年把它变，就是说纳到那个台北港区之前哈，就已经有污土在里面。那因为我们点收的时候没有挖，根本看不出来。你把那个这样子哈，我这个没有时间吵这个了，是不是把报告出来就暂时删除了，以后再说了。报告金额拿出来说服大家，说服大家以后再处理这个预算。对不对？哪有这样子一个政府啦？土地不管你。我之前我担任过宜兰县政府的。那个还没有委员要发言。那你台北港疏浚已经花多少钱了？跟委员报告哈，因为刚刚提到的，因为它已经挖出来了，所以势必要清，因为你不清的话，雨水下来就会污染河川，那这边局里面就会被开罚。所以我是不是跟委员拜托说，我们是有提书面报告，但是那个相关的我刚刚提到第二期还没有开发的部分，我们会去跟公公司跟环保署这边来研议，说是不是可以不要再开发，然后是这样做这个
陈柔珀委员 的意思重点是不能够全部由我们来买单了、啊。既然这是八十几年，那你说是所属的单位，那都已经知道那个所属的单位是新北市政府，八十几年那时候是他们管辖的，所以他们也应该要负起责任才对。所以你们是不是应该要去跟新北市政府讲一下说，哎、啊、现在挖到虽然是这个就算买卖都还有说买到什么什么屋的时候漏水屋还什么还可以回溯的，所以你们应该去跟新北商量一下说不能全部让我们来出，是不是新北市政府也应该负担部分的责任啊？我觉得陈柔珀委员的意思是这样啊，这样是合理的啊。好，萧美君委员，主席长，这个部分建议就是删除，要不然就保留了，这个大家把事情都清楚了。现在萧美君委员他第一次发言，让他讲一下。好，谢谢招委哈，我是第21案，就是删减3000万哈。那我的疑虑是这样，就是说有一些港区多年来所存在的问题哦，包括像我们花莲港区哦，因为进口这个进出口砂石、煤炭、木屑等有粉尘有时候风吹会飘散，影响到周边居民的问题。那我有多次要求要改善，甚至到县地去。会勘的时候呢，港公司说有这个洒水设施哦，那我会勘当场有喷洒水给我看哦，但是平常经过的时候是没有在洒水哦，所以这个到底是设施没有在平常在维护的问题，还是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让这个粉尘这个吹到周边居民的这个家户当中，一直没有办法获得解决。那这些都是产业必须的这些物资哈、这个木屑啦、煤炭啦、石灰。砂石等等哦，但是这个要覆盖也好，或者是用这个室内的处置也好哦，目前都没有看到有任何的改善。那现在又突然间增编这么多的预算哦，也没有看到任何是跟我们花莲港整个对地方造成污染的这个问题哦所实质的所编列的相关的改善计划。所以我觉得真的该做的都没有在处理哦，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还是有保留。冻结四分之一。好，欧博委员，你继续发言。第69案，郑文英鹏等提案。台湾我的部分就是那个两亿的部分，其他的部分我没意见，就是台北港区这个部分哦，清水营销区这部分，就是清理费用这2亿元呢、就保留。我跟各委员报告哈、每个港啊都有每个港的问题，花莲港有花莲港的问题，布袋港有布袋港的问题，你那边淤积了一些煤炭，我那个马祖港那么你到处都是渔网，大陆渔工用那个什么斧头把它砍断以后，我们的海底鱼无法栖息的，你知道吗？那个垃圾垃圾都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你今天台北港你说把它预算把它删除，这港马上就不能用了。你跟新北市政府去谈，你跟他谈先保留好不好？保留不是保留，他要做啊，你把它保留和这个港，这你说保留的话等于那个港保留在那个地方，不是的，对了，不是，我们来给我们来，这不是解决之道，欧博伟。那个赵伟，我们来给这个这个下去以后还要花好几亿哦，我知道，我们来给。那政府可以这样子做吗？我们来给台北港一把刀了，就说立法院做的决议，我们认为这个全部让我们来出，实在没道理了。因为这个是八十几年，他交给我们之前就他们的，因为他们的管理不周，让人家偷盗，所以他们应该要负起。部分责任啊，就算照说他们要负全部责任，那现在没办法，我们没发现说负起部分责任了、那你们去瞧到底要负多少，然后也稍微跟他们讲一下，那如果真的拖延，其实对新北不利了，因为污染还是污染在你新北了，对不对啊？所以希望他能够出一点，我觉得给他必须比照欧博文讲的其实也有道理，所以我们是不是做一个决议，要求港务公司去跟新北试探，那这笔预算呢，就先冻结或怎么样？你今天谈台北港，改天谈安平港呢？一样啊，就是责任归属，我们没有偏袒。那每个市政府，那个赵委员，我不是每一个港都这样处理吗？这个真的是太离谱。每个港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啊？不会的，今天选到这里，只有这个港有问题而已嘛。责成地方政府要花了十几亿耶。各位想想，十几亿耶，政府都不用管土地，然后就要中央政府来买单，这有道理吗？你们用怎么样的方式啦？我们不要，我认为啊，
六元预算我们把它冻结，冻结部分不是全部冻结啊，让他的施政能够继续的进行。但是你们对这个刚才几位委员所提出来这个垃圾怎么来的，这责任的归属啊，那跟新北市你要去谈啊，所以谈的结果怎么样要向我们交通委员会做专案报告。是，我们也来做一个决议，你们去写。我们不是说删你预算来干什么，删预算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委员，我们这样了，我们就冻结四分之一了哈，然后做一个决议，就是要求你们去跟新北市谈哈，新北市应该负起部分责任。他不会出钱啊，因为你冻结以后他招标的时候会有问题。跟那个招标总额还有对，要不出钱的话，我们也可以要求这个环保署花钱啊。让怎么可以乱倒垃圾？让董事长讲一下。我想这个部分是得要继续处理，或者行政机关就有违法的嫌之疑了哈。那刚刚叶委员讲说冻结四分之一，我是建议是不是改五分之一？然后我们跟新北市协商的结果，提书面报告到委员会报告。好了，只是台北港部分，台北港部分，台北港的这个两亿多的部分。好，对，好了，这是冻结部分，然后砍多少再处理了。那十六案通通改为冻结案哈。主席，不是冻结而已，要把所有的过程让我们了解一下，到底谁的责任？我们不要冤枉，我们不要冤枉新北市，但是也不要说跟主任报告，我们会跟新北市跟过去来龙去脉追究清楚，彼此能够负担多少，我们提一个书面报告。好，这个谢谢委员指教。我想除了刚才预算处理以外，我们一定会要求港务公司提专案报告，包括过去的这个来由以及现在处理的情形。谢谢。书面报告。董事长，你不要乱讲啊！新北市政府不会给你出钱。那你们书面报告一毛钱都不给你出，你怎么办？你书面报告什么时候提出来？专营物流之公司，我是说报就难以付业者需求协商。那统三的部分呢？书面报告三个月之内，好吧，提出来。好，冻结部分呢？那三的部分就算了啦，好不好？不行啦，可能改为冻结了啦。不行啦，一亿啦，好不好？一亿啦，就去各港特色淹没七千万，好不好？陈好了，七千万了。李坤哲委员，好了，那就七千万好了。坤哲委员可以吗？七千万 OK 了哈。好，赵伟，那就三七千万，然后其他的部分冻结五分之一。台北港，他要写。那个专案报告了啊，书面报告。并向本院交通委员提出书面检讨报告。这么多人帮你们讲话呢。好。港务公司105年至106年。好，我们就翻开第24页哈。净利率均较124案104年度今年是。张伟，我讲一下哈。这个怎么？你们那个港务公司每年没赚钱就算了哈，这个花钱每一个预算很多，我整理了几个预算哈，都是 double 的。成果并且适当风险。你24案，你看你103、104才花1400多万，那你今年要2400，多了1000万了。交通委员提出转适当风险。管控机制书面。你怎么这样子？然后用品消耗要花那么多工事务费的用品，报章杂志，你都没赚钱了，你还看什么报章杂志啊？还什么园艺花什么园艺的农艺啊？干嘛还要摆进去看呢？机场两家公司不是这张吗？不是这个。发货中心让台湾成为保护全球的区域型航港基金的扩展中心。现在看错了，现在杀牛不是杀猪啊。第89，啊，看错，搞错，啊，等一下来杀你啊！开发计划加速台南地方繁荣，促进台湾休闲产业多元化发展。第90案叶文义金等提案，台湾港务公司码头使用率低落。休闲油气方应该注意休闲油气方面发展。台湾港务公司应好，交通部说明一下好不好？四出码头报告委员哈，24案。这个部分呢是这样子哈，增加的部分最主要是这个基隆港哈，为了军港配合那个军用码头迁移，高雄港南新对啊，土改啊对啊，基隆港还有包括花莲港哈，这个东堤啊，我们这一次呢要加固哈，因为现在台风哈。
越来越强哈，所以我们要加固。那再来就是台北港物流仓储区哈，收受大台北公共工程的土方哈，那这个是等于说如果没有收，我们大台北地区可能土方没有地方去，那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希望能够多收一点哈。再来就是那个其每年维修费用，苏澳港包括那个这一次灯塔受损啊哈，莫兰蒂台风灯塔受损等等哈，所以我们提编的这个预算是这样子。你讲的这些工程我知道，但是这些工程的第一个这个要了解的就是说它能不能顺利执行，但是你预算增加的部分大幅增加，主要是因为你办公室集中，这个办公增加使用三层楼以及规划另设办公场所，这个是主要嘛？跟委员报告好，就是新建土地改良物这个呢增加大概4亿多，主要是几个港口，在像今年度苏迪勒台风，包括花莲港、包括苏澳港都有防波堤的那个破坏，所以大概增加的部分主要是灾修的一些工程，那大概增加大概4亿多，然后之前的那些主要是例行性的，包括道路的一些维修，然后包括一些防波堤的那些修复。你那个海岸护岸工程跟相关的道路整修的改善工程能不能顺利执行？目前的进度，现在好像那个花莲港跟苏澳港现在都已经设计的差不多了，那我们提早设计，希望说能够赶快赶在。有没有延缓？目前是正常啊，那就冻结十分之一，提书面报告嘛。好，可以吗？可以。好，各位人民意见24案哈，要求交通部应于3个月内向冻结十分之一，提书面报告。亏损溯及既往的追责。好，请各位翻开第25至26案。提出第25案方案，避免政府这谁啊？在此循货道而残留子孙。主席哈，25案是李鸿钧委员提的，我提26案哈。最主要是因为高雄港含平安安平港这个部分呢，编列就101到105编列53.4亿了哈，那占我们总收入的61.58%哈。那执行的那个预算的情况呢不好哈，执行力不好，而且每年都要缴很多的这个金额，所以这样笔的编列这么大笔的经费，我们要了解一下那这个过去五年为什么执行的那么慢啊？是不是？预算变得太多了，还是因为工程的进行的困难，还是怎么样一回事哈？那我建议做这个工人雇佣制，这笔预算应该冻结十分之一了，冻结十分之一。那相关的应该怎么样？这笔预算的经费的执行应该提书面报告以后呢，再来动资。提拨三分之一。对，这个部分是不是同意让我们冻结十分之一，提书面报告后时的动资？18年间规定可以吗？基金确认在超收中，因本案涉及航港基金来源之公平证。25案到26案冻结十分之一哈，提书面报告。收取高雄港金融，请各位翻开第27至35案。超收的规定款已是。侯博文，宣读完毕。好，这个计划有没有经过核定的哈？这第一点哈，第二点就是说台湾国际商港未来发展及建设相关计划，本席在提到哈，那现在的这个的这个台湾这个整个商的营运哈，船运的营运是很困难的哈，是不是有没有可能哦？我们带着我们台湾的团队新南向去努力啊？那我在这方面没看到这种预算呢，我是希望说这个是不是能够去考量这个整体政府的施政的新的方针啊，去做处理。那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来讲哦，这个这笔经费的话哈，要看能不能做什么样的处理哈，来做经费的那个妥适的处理。好，各位委员还没哪位发言？简单补充一下，第28案哈，有关于国际商港未来发展及建设计划，编列的预算是7亿1806万。那这个计划是106年到110年的延续性的一个计划啊。那我看这个预算的分配，各港区的分配啊，好像有不均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部分我本来是想要给你们全数冻结的啊，但是了解之后，我看你们这个交通委员会就各港区均衡发展的预算啊，分配平衡出面报告后，使得冻结，那就冻结十分之一啊。来，张委，好，林委员，请。请教，你这个总经费是将近400亿嘛？啊，398亿，从106年做到110年呢？那这个行政院有核定吗？就是国际港的未来发展计划建设计划。这部分跟委员报告，在今年的11月21号已经经过行政院核定这个国际商港的一个计划，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刚刚陈委员提到的南向的部分，包括说我们高雄港为了那些船舶大型化，那做一些深水码头，那包括说那个石化专区要移到外海那边储放，所以做一些洲际的一些田地的工程。那基隆港的部分呢，包括说它因为走观光，所以要东岸把军港的迁移做东岸的一个观光游憩。那刚刚委员不是、啊、不是、啊、等一下，我说的这是398亿，将近400亿，那你一定是有很多的子计划，你才加总起来嘛？对，啊、那些计划我们看不到啊。啊、不然你这些钱怎么算来的？我讲一下，你怎样来省来？来，我讲一下，那个有了哈，我知道那个有哈，是这样的哈。我们在部长，我们在审这个航港局的时候，这个部分有要求他们这个去做整并重新检讨哈，他们因为这里有一些就是重复，或者是有一些是到底是该归，因为我们才刚成立公司啦。你哪里看得到嘛？我都看不，我那边都看哦。你就提一堆啊？跟委员报告，因为我们那本计划书大概6700页，是不是容许我们烧一个光碟或者是书面部分？你早就该给委员了啦，你早就该给各委员。给我们啊，早就该给各委员了。对不对？你第一年过，等后面全部过了，4400亿哎，400亿做什么？对。那个我们要求部长，我们那时候要求他们去做重新检讨的时候，他们有答应。那但是这个部分呢，就是要跟那个港务公司跟航港局一起去做的哈，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冻结，因为不是全部啦，你们来解说不是全部嘛哈，啊，到底要冻结，先帮你们冻结多少去做一个重新检讨的那个整并，十分之一哦。对，先冻结一些啦。十分之一太少了吧？刚刚有提到那个，我们现在花很多钱啊。好，陈国博委员发言。哦，好了，花那么大笔钱了，其实我们都不了解到底做了好不好，有没有在使用。像高雄第七货柜码头就是蚊子码头嘛，挖那么深，没有人船来停泊。啊，你们也真是190亿，欧博委员去实地去看一下嘛。那个跟陈委员报告一下哈，第七货柜中心要到明年中以后才会初步有这个码头出来。那我们可以邀请交通委员会来考察一下了。对，我是希望你们做建设之前，陈欧博委员，我哪有时间去啊？而且不要大而无当，花那么多钱。不，那个我的意思在这里。那个，对于整个船舶大型化哈，在国际的港务局势上面是有需要。冻结是不是？他本来就要他检讨。好了，然后我们把那个计划清单烧成光碟送给。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这个都要以后，这个都要在预算。下一个案。预算36万。对呀，36万。请各位翻开36案，到35案了哈。36，35案都过了。对，36案，36案的部分哦，布袋港到底现在有在使用吗？啊，多少在使用？花那么多钱，我们这个弄一个乌石港，那船舶都停不进去，对不对？那随便。哦、不要这样比较也不大合理的，反正是说不行啊，你们要考虑到整个预算的执行有没有效力的问题啊，盖、哦、那么多的蚊子机场、蚊子港，对不对？这个部分你说明一下，那布袋港现在怎么样？对，跟委员报告好，布袋港因为它上面有南北边有台中港，南边有高雄，确实我们发觉它的货运量是逐年下降，但是因为它是全台离澎湖最近的一个港口，所以我们发觉每年它的客运量其实有成长到将近20%。那今年度105年呢，到澎湖从布袋出发大概有50万人，所以我们在106、110的部分的计划里面，针对布袋港其实已经
经把它转向成发展一些观光游憩，包括客运中心的一些扩建，包括专用区招商引进一些观光产业。那这个部分跟委员做说明。那是不是有什么原因？为什么执行力只有两成，不到两成？对，跟委员报告，主要是两项。第一个是澎湖港有一个金龙头的一个那个邮轮的迁移案，那当初本来是要一笔拨付，可是因为我们主计单位考量说，其实我们应该按照它的工程进度按季来做做拨付，所以这个部分的进度就说钱是留在局里面有一些利息，那用按季的拨付比较符合实际状况。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布袋港的那个专用区部分，以前确实地方政府都希望说发展一些希望盖防波堤，那花了40几亿让更大船进来，但是我们发觉确实那个它竞争力不够，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跟地方政府协商了很久，那他们也同意我们106年开始布袋就走观光游憩发展，所以这个执行率是跟地方政府确认以后才去做一些规划。好，那我这个案子哦，我改成这个冻结四分之一的哈，提书面报告以后再做处理。四分之一的委员，可不可以？因为我现在有些案子已经。委员，就比到前面的嘛，比到，因为比较难了，比到27到35万，十分之一嘛。因为委员，我布袋港前面十分之一啊，好不好？好，嗯，十分之一。冻结十分之一啊。好啦，好啦，好啦。好不好？好啦。书面报告嘛，哈。就36万、37万，就比较27到35，好吧，冻结十分之一。好，请各位翻开第38到44案，哈。38到44。是我们直接说明。对，这部。啊，你们说明一下也可以。好，这部分跟各位委员报告一下哈，那个水电费会增加的部分，主要是因为哈，因应商服会收回自办的部分，那所以我们南航旅运南部航务中心的旅运大楼就是办公室做一个整并，那所以从原来是分两个地方上班，我们现在整并成在南航。好了，水电不用说了啦，水电是。那最主要我们这边说明一下一般行政的部分哈，因为这个部分是立法院有做成决议，自105年度开始不能超支并决算，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恳请那个委员支持我们？因为这里面我们一般行政12亿里面，其中10亿的部分就是地价税的部分，那另外都是一些例行性的，我们一些一定要做的一些法定支出跟例行性的支出，那请委员支持。那另外有一个部分就是说，因为如果冻结的话，因为冻结的话，冻结数原则上我们是没有解冻之前是不能用，虽然我们交书面报告，可是以105年度为例，我们现在的附属单位预算105年度到现在没有通过，那没有通过的话，即使我交了书面报告是视同没有解冻，所以等于是说几乎全年度都不能支用。那因为这里面真的都是一些例行性跟法定义务支出，那恳请各位委员支持我们的原编预算。以上这个即使冻结十分之一里面也不能用啊。对，我们都原都会先控制不能用。那个主席啊，主席，主席，主席，那个航港局跟港务公司哈，他们的工程呢，其实执行力都很低耶。你看一路这样看下来，你会发现到执行力都很低耶。刚刚布袋港执行力不到20%，那这里花莲港相关的工程预算执行力也很低，啊，高雄港也一样。那你们为什么执行不了吗？这个是不是在那么低啊？地方政府的那个。跟委员报告一下哈，那个花莲港的部分哦，是因为它的工程都是比较小的，那到12月底的时候都可以完成哈，可以达到将近90%。那那个布袋港的比较特别，就是刚刚就是我们航港局这边有说明，就是说跟地方政府讨论以后，然后决定的一个工程，那这几个有几个工程都已经发包在施工当中，那后续应该执行力就会提升上来。那高雄港的部分呢，向来执行力都在90几%，所以应该是没有问题啊。哦，包括洲际二期，
布袋比较低了，布袋20几%没有错。那20几%是因为跟县政府哈讨论公共设施要怎么做，然后相关的设施要怎么做，所以这个部分都已经确定了。这样好了，那个苏委员，你我想补充一下哈，我也正想要讲哈，那欧珀委员也提到了哈，因为今天审这个航港建设基金，我们发现这个执行率真的是非常的低哈，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部长应该要去注意一下哈，因为我也想提一下，因为刚刚你们说的那个港的建设，有的会牵涉到地方政府，那可是像疏浚工程也会牵涉到地方政府吗？像苏澳港，因为我刚刚要问哦，那苏澳港那个航道水域疏浚工程啊，你们的执行率才0.14%嘛，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八尾。那我们去了解，你们说这个执行的内容，在去年度你们都是只是拨付印花税跟空屋费，那你们根本就没有去执行这个疏浚工程嘛？是不是这样子？八尾哈，我跟委员报，苏澳港的疏浚哈，因为它船机动员，还有之前呐、啊，就是因为那个莫兰蒂两个台风，让它的船机哈，就是有一点损伤。那目前为止哈，已经提升到那个60几%，那年底的时候应该可以挖完，因为它那个每年的疏浚哈都是比较固定的，所以说年底应该是可以执行完毕。对，我发现你们真的在这个港湾建设的各项工程的执行率真的是偏低了，而且都是低到非常的低哈。我觉得你们应该要好好去检讨一下，然后要好好的去执行了哈。好，是。来，我问一下哈，你执行率到你说工程正在进行啊，然后付款了以后执行率就会比较高。对。那现在12月了，你觉得你今年的执行率会多少？包伟，那个苏澳港的疏浚哈，年底会完工。年底会完工。苏澳港，我们现在要审明年的预算。布袋港的部分，我刚刚有报告过，就是说，因为跟县政府讨论要怎么来发展，那最比较晚定案。那包，但是现在呢，包括公共那个专用区的公共工程，已经一部分在施工了，那一部分最近要发包。第二个呢，那个像那个之前的那个比如说那个停车空间的一个扩展，这一个工程呢已经完成了，所以年底的部分呢会提升上来。那布袋港今年会比较低，没有错。提升上来会多少？执行率会多少？应该是今年的部分大概30几%啦，但是因为工程已经陆续发包了，所以明年就会，我们是设定明年能够提升到90%。我讲，我讲一下啊、哦，部长，你刚才看到了啊、哦，这执行率那么差，讲的都是理由。我觉得你部里面哦，要定一个监督、一个处罚的一个条例吧，没一个规定吧。如果明年执行率再不拉上来，又来这边讲一些理由了，那不是那部长，那我们监督什么？对啊，部长，不是部长，你可以，你应该去督导他。如果明年没有办法把执行率拉上来，你来这边要什么预算？是我们那边要惩处相关人员啊，你一点后阻力都没有，做什么用？这个行政院跟公共工程委员会都有督导，那我们这边也自己有成立相关的公共工程重大工程督导委员会。不过我确实我承认，现在交通部在各部会中间算是普遍来讲是执行率是比较偏低的。那我们有在这个上面有在加紧要求了，这个上面我来努力。部长，等一下，不是部长，我要这样说了哈，执行率偏低有两种，一种呢其实是不需要做，实在没有必要做了哈，所以也就没有想到，就没有去做，然后到最后年底了，然后消耗预算，想说这个不来做一下，等一下明年没了，将来要做就没有预算，所以就去做了一点，或者是乱做，这样也不好了哈。所以我希望你们真的是去想，如果你们比如说今年真的不需要做的，你可以先跟我们讲说今年不做，但是我们明年要做，我们可以在，我知道你们都很担心说今年这个项目被删掉，明年就没有，就变新增了。你们如果担心这个的时候，你们就在今年的时候提起来，
说这个计划怎么样，或者是今年为什么不做，明年为什么要做，然后甚至用决议来处理，或者是附带决议来写在那里哈。特别在不是届期的，比如说今年才立法委员的第一年，你们真的大家都在这里都可以说的。我们不希望看到你们因为执行率太低，然后被责难或者被认为效率不好，但是我们也不希望你们浪费。好，我们真的也害怕，部长，你想想看，你现在执行率是个位数的，然后到明年执行率是三成多，然后你告诉我们说你会多有效率，我们会害怕呢，哈，我们会害怕你一下子从个位数变成90几%，那个我们真的也会很害怕啊，哈，所以是不是我们真的希望哈，以后那种旧思维的心态可以做一下调整啦。我们真的是，如果真的必要，因为特别是交通部会啊，我们这些都没有什么意识形态的，真的要做必要做的东西，我们都会给你们支持。但是我们也希望你们不要浪费了哈。好，俊建委员，来，赵委也请说明一下哈。现在我们各港口啦，或者是各位，或者是你们的基金预算执行率那么差哦，为什么你要不断的扩充办公空间呢、啊？办公大楼？这个部分主要是因为我们啊，你为什么说明一下来？是，主要是因为那个。商府为我们收回自办，所以人员有增加。那增加原来是分两个地区办公，不管是在公文传递或者是对民众的服务上面来讲，是真的造成一些不方便，所以后来我们就是考虑把它整并在同一栋大楼里面上班。那整并应该更有效率啊，你整并水电费也增加，你怎么你越整并那、啊、钱花越多，整并是提升效率，应该是费用支出要减少啊。然后整并以后，对呀、啊，越开越多钱，你是咧？整并应该是两个地方的水，那不用整并，保持现状还省钱。对，跟委员报，是不是？事实上我们是在这个公权力的这个管理这个部分呢、啊，那工程的部分还是在港务公司、啊、所以我们这个我们这个部分行政管理计划是。好了，我知道。那个洪处长，我请问你，执行率公务员有压力的、啊，有没有人受到处分？两三层，比执行率偏低，没有都有处分的、啊。有不可抗力因素啦，不可抗力上面不可抗力啊。追的话是只有资本支出，所以保留预算也只能保留一年，然后两年没有了吧？有规定的、啊。经常的支出的部分的话，就是能够。我现在有关于部分，就是行政院督导的是资本支出这方面的重大工程的。你这是经常门了、啊。刚刚38到34是这是一般的那个业务费用啊，那个部分能够省当然就尽量省啊。他们一说你新建办公厅是什么，也是业务范围，新建办公室它是那个相关的一个费用，相关的一个费用、那个这样好不好，这个你们看统算多少钱，没有我们不要冻结了，你统算了冻结十分之一你们也无法执行啊。主任你看看统算多少钱，是前列50万啊，减了50万了、啊，因为他12亿里面有的11亿都是，因为这12亿里面有10亿要交地价税，都是税捐哦。12亿里面有10亿要交地价税，各委员有没有意见？10亿交地价税啊？对，是10亿要交，还有2亿啊。对啊，一点说明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那个俊宪委员发言，我觉得一些支出费用哦，小三一下。给他们一些，不，你有时间去找人，你派一个人去现场看一下，他们整并起来空间一定比原来更大，根本浪费。不然你什么水电费增加那么多？不是，你整并钱电费这个越浪费，不知道钱花越多。那说明一下为什么会变那么多？最主要是因为那个旅运大楼的那个部分，其实水电费增加是因为它的楼层，我们是按照原来使用的楼层来增加。我来帮他们说明一下啦，这是我刚才说的了，他要整并，让港务公司跟港务局不用跑两个地方。对。然后，他们有一些费用要去瞧，以前在这里，以前在那里，他们要重新检讨。就是比较省钱，那你保持现状，你买，不是啦，那有时候可能。现在因为还没有整并好，那因为有一个地方呢，可能港务公司的，港务局的要给港务公司来负担了，哈、哦，所以还我就是让他们调整的意思啦。我们有前面我说的那个案子就是这样，然后所以他现在先编，那像这种水电费这种东西呢，
这是事业啦，不会不会，他们也不能不能自己吃啦，对啦啊，所以呢，给他们一点时间去调整，但是我们会。现在委员都很认真，他会去比较。如果你们这里增加了，那港务局那边就一定要减少了，一定是这样的。好了，叶委员帮你们讲话了，我们就同声。这是一个事实。那没关系，讲话就讲话，有什么关系呢？这也没什么害羞的。我是监督的，我是监督的。又来了，赵伟。还有各位，不要你不要再讲了。不是，我要讲工程统三五十万了。对，这个统三五十万讨论下个案了啦。刚刚那个工程执行力的部分呢、哦，我这边一定要跟各位报告，整个港务公司所有的工程计划，我们今年会达到93%以上。那么刚刚讲到布袋港那部分是一个个案，那个个案的部分是因为原来地方政府希望做的黄坡堤那部分，我们现在觉得说不应该做了。所以就变成只去做疏浚的部分，所以那个本来就是刚刚叶委员讲的，不该做就不要做。那你钱就缴库了、哦。那如果就是不该做就不，没有关系啦，缴库也没关系，民脂民膏哎、欸，不要为所以那个那个所谓的三到明年三成的那个是只是一个小的个案。这个一定要跟各委员报告清楚。是，我只要让你们知道说，不要因为害怕说今年怎样，明年就没有了，就乱花了。好，那这个部分是委员同意我们3-50万科目自行调整。那就38到44案，统三五十万哈。科目自行调整。科目你自己调整。好，谢谢。好不好？50万还要科目自行调整。没关系了，现在就。45到45。你看我这可怜吗？哪有45到49？哦，已经走到这里了。没有，这样才会有效。效率一下。好了，叶委员帮你们讲了好话、啊，算了，好吧。统三五十万。有就有嘛，这有什么好害羞的？好，请各位翻开45案，45到48哈。45到48是删减案，49是冻结案。第45案，我想跟委员这个报告，这个公关费啊，最主要是因为刚刚那个陈伯伯委员也讲了，就是说我们跟行商要结合在一起，一起来打这个国家团队这个部分了、啊。这个第一个啊，那第二个是因为我们并不是海事会员的这个国际组织的，所以我们在国际上更为艰难，所以我们要做港口行销，我们有机会要向这个 NGO 的。非政府组织的这个国家团体要来行销我们的港口，所以这300万的这个公关费就要敬请委员来支持。哦，这是公关费啊！哎，军建委，军建委，你那个港口的宣传那个是在其他的科目里面有被讲的，港口宣传怎么会用公关费？对不对？只是我们不清楚啊！哎，这300万不是小数目啦。那你跟各县市去联系沟通要花钱哦，公共单位，你要送礼吗？最主要、就是、对不对？而且你看，你跟新北市他连个台北港也不理你，你沟通什么？这也不录音啊。这个部分最主要是因为我们真的就是那个港口的部分，其实真的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去打开我们整个台湾我们国际港的知名度，因为其实现在在整个我们国际上面哦，真的我们。这一块我觉得我们局长真的很有心想做这一块，其实是跟各国际港之间的一个密切的一个互动。你要说明好，你那些是用公关费吗？你去宣传我们港口的知名度，除了宣传费用吧？除了业务宣导的部分，你们没有对，没有编宣导费，是、啊、我们目前没有编宣导费，对，这是公关费。那确实是因为有业务上的需要，我们真的希望可以替台湾走出去啊。部长，提升航运啊，不是用。知名度的、啊，那竞争力靠下面知名度，多，我的了解，他应该多多少少大概就是并同我们的这些海运公司啊，到国外去做一些必要的时候的接触了，大概都是广义来讲的公关了。好，我没有再特别意见，但是你们这300万怎么花哈？哈、哦，这个应该送给我们看一下了哈。徐建伟，送给我们看一下。徐建伟，我这个这一条我帮他们讲个话了，好不好哈？台姐，我张委，是吧？学长，还是你说明一下嘛？应该这个去年也有编嘛？啊，你们做了哪些事？你大概想一下嘛？做了哪些事啊？那我们知道说这公关费用在哪里，大概有什么成效？先讲一下。其实你们公关费应该就是宣传费吧？也是、啊、类似也算啦、啊，包括在里面嘛。公关就包含很多了嘛。讲一下，因为学长是
这几个月才刚来的，来从那个业务单位讲一下。是，我们主要有大概是有六七项比较大的项目了。第一个部分是跟国际海事相关组织的互动，那第二个部分是因为有时候外宾会来参访我们的一个国际港的一个建设，参访所需的一些相关的费用。那还有就是我们跟各三港所在地的县市政府沟通的一些三港建设去互动的一个费用。沟通要钱吗？要了。其实主要是参叙的部分。三百万了。我又不是县市政府。啊。那我能不能找交通委员公关一下啊？这个军委据我了解，他们三百万的还不够用，我知道了，好不好？这不处理了啊，好了，好吧，这不处理了啊，谢谢了哈。四十万不处理，四十九万嘛哈。好，四十五到四十九都不处理，第五十万。第五十万，军委员。好，交通部说明一下。好，这五十案的部分哈，我们主要这个部分是因为那个购置无形资产的部分，我们航港建设基金有两个主要大的系统，一个是商服费的收费系统，一个是航港资讯发展计划系统。好，那这个部分主要是因为是一涉及到软体的开发的部分，那这里面是包含民众咨询、三港服务会的查询系统，还有后台的管理系统、行政执行系统跟待证系统这些增修的功能。那还有就是为了未来我们那个港口国管制跟自贸港区相关电子申办的服务的系统，那这些需要去开发。那最主要是因为这个科目我们有去做一个调整，因为我们认为这个部分是属于系统的开发，应该把它由以前年度是编在外包费，那我们从今年把它从外包费减列了1.14亿，然后在那个无形资产我们才增加了7500多万。那这个部分恳请各位委员支持，因为事实上我们已经自行减列了大概712万5千，恳请委员支持。好，谢谢委员。等一下啊，软体为什么一百零六年软体要每年变啊？对啊，对了，业务员讲的对了，你那个授权是每年都编的，你一年授权一次啊，每年都要要钱啊。是那个，那这里面是包含软体授权。那你赶紧给他买下来。那个是有。报告委员了，这里面有两大块，一块是三港服务费，每年收50几亿的，需要的一个软体的一个维护费用，然后另外一个是航港这个资讯发展计划1000多万，所以这两个就8000多万。那其他软体的费用的部分呢？最主要是我们在整并啊，所有以过去从102年交通部交过来以后，有一些软体的授权的部分，那有一些就是，其实我们现在把它整并起来以后，它每年就买按照它价格的15%到20%去提供这个授权的费用而已。好，那我请教你哦，你去年只花1000万，104年只花1000万，你明年要8000万了，好，部长，好，按你说你整并以后，那我请教，那是不是以后就是就106年以后，那么你这个部分的钱就会降下来。不，这个照你这么讲的话，我刚刚跟委员报告哈，这里面我们把那个外包费用，就是那个把过以前那个三港服务费的收费系统50几亿。好了，就算我明年这笔钱给你了，106年这笔钱给你，那你107年又开始就会降下来嘛，是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还是每年都变这么多？不，那么你过去的电脑怎么用？不是，过去是分开编，现在是合起来编。跟委员报告，科目不应该懂，不是每年都要，因为这个里面是收报告收费，就一年收50几亿的三港服务费收进来，他这个需要一个系统的费用了。等一下哈，科目一列。好，民主党要讲无，我要讲一下。这个是科目的移动，我了解了哈，但是部长那个林俊宪委员讲到一个重点了，我们当初。其实一开始要设什么港务公司的时候，我们觉得根本就没有必要，因为我们其实所有的台湾的港都是国家国营的了，没有什么私人的空间了哈。可是你们硬说一直游说，一直说一定要成立公司才有国际竞争力，才可以更什么样灵活。结果呢，让你们这样做了以后，你光是从港务局移到港务公司。就花了一大堆钱，越整并越花越多钱，然后呢，我们各港口的那个货运量越来越少。
收入越来越少。啊，那这个没有问题啊。你说科目合并，你从什么科目合并？你电脑软体一定是在无形资产啊，现在一定是在那个行政管理费用下啊。科目，跟我们报告一下，这个以前年度是放在外包费，那我们外包费减列了1.14亿，那我们把它增列到无形资产。所以你拿回来，那么你应该以后就比较便宜一点啊。你是第一次会比较贵嘛？有降下来，其实我们已经自己减了700多万了。这样成立港澳公司减。这部分拜托委员支持一下。来检讨一下好不好？来做一个体检。第50案哈、哦。您在做这件事。好，我来做一个决议哈。来，所以我刚刚讲一半哈，这也换一个政府也该做一个体检呐、啊。这个对现在也都新的个院，连董事长、连局长、部长都是新人哈。我们也成立港澳公司，就像我刚刚说的，也4年了哈。我们本来我刚刚已经说了，本来说你们会更有竞争力，结果是。业务量更少，那结果花的公务预算越多，好，所以我们来做一个检讨，做一个决议哈，来总体检一下，好不好？哈，就是说以后要怎么做，我们到底要不要再继续这样花下去？那要两边的那个，或者干脆连港务局也给他整到港务公司去算了，就不要了哈。好，不然这样两边花钱，然后越花越多也不是办法。我们来检讨一下，做一个主决议哈，然后来做专案报告的检讨。好，那这个案，写一个主决议，要不要？我同意了哈，那就不处理了，好吧？做一个主决议哈，好不好？好，那这个案不处理哈，第50案就照主决议处理。好，现在第51案，51案是什么？51案，你们说明一下好不好？违法哎、欸。51案的这个部分哈，最主要是编以台港电视基金以国库缴库的方式来编列的11亿多，来支应那个航港局的一个一般行政的一个管理的支出。那这个最主要是因为当初在整个原来属于营业基金的4个港务局，在101年度整并后分为航港局跟港务公司。那改制之后，航港局是一个一般行政的机关。那因为不能因为体制的改革而增加国库的支出，所以这个部分是在当时候就有一个共识，就是说由一。好了，不予处理了。好，谢谢。这把它处理的也蛮好的啊。不予处理啦，快点啦，下一案。处理了，行政主席就没钱啦。快点啦，52案啦。啊。决议。还怕西郎呢？好，第50不处理啊，51案不处理。叶委员讲不处理啊，不是我讲的。你就一定要再捅我一刀。52到63是决议案，52来。那个第52案是郑宝清委员所提的哈，那这个已经跟委，已经跟那个郑委员已经协调同意修改文字了，把它修正为应请交通部航港局积极追讨营建署最迟于107年度清偿完毕。好，可以了吗哈？第53案，对，我们同意办理，同意办理哈，照郑宝清委员。啊，提议修正的文字修改，好不好？是好。好，第53案。53、54、55都同意办理。53、54、55都同意办理。然后再来呢？那56到61也都同意办理。到61都同意办理。是。然后呢？那个62案是萧美琴委员所提的这个花莲港区范围重新检讨这个部分呢、啊，建议就是说。交通部航港局及港务公司针对花莲港港区范围重新检讨。好，63，第63，我们这个遵照办理，同意办理。遵照办理啊。是。等一下，还有一个主决议。主决议还没那么快吧？出来没有？主决议，下次再讲嘛。行啊，就是这一点。休息一下再讲啊。
一分钟而已，他们还要讲什么？港公司要讲什么？让主席，我可不可以先补充一下那个前面的那个第四案的部分，三减一千万的部分，就是我们是减列港湾建设计划的专业服务费一千万。是哪里谁讲三减一千万？没有啊。有啦，第四个案，我们把那个科目对科目说明，哦、800+200啊，对，我只是再强调一下，那个减的是那个港湾建设计划的专业服务费，减800啊。八百里面有叶英文减200啊，对，再乱我就不让你抽。好，决议请叶委员宣读。我授权给你宣读，你搞清楚啊。本来我自己读的。让你读。谈的。这个你们可以等一下再授权给你们去做文字修正，然后就写的。原各港务局基于竞争力原因分家而分别成立港务公司及航港局，但分家之后竞争力并无提升，反而下降，故要求港务公司及航港局均应深切检讨，并向本委员会做专案报告。可以吗？并向交通委员会报告。将来你航港局要并到港务公司去了，你都不讲话。谢局长，是做书面报告啊？书面报告，这个应该要做一个专案报告了啦，好不好？哈，应该做，哈，对了。航港局等下拿牌子来交通委员会抗议了，大家签一下。这个应该做了，国家这么大的一个组织上的变动啊。而且现在又要新南向，我觉得对部长这个哈，为什么我本来想说把陶基等一下了，但是我觉得陶基还好。休息十分钟，吃药。吃药。我就不通过。委员开会一半，你不能够宣布休息，我讲话不是那个、啊、那个，对我很没礼貌哎、欸，赵哎、欸。决议案通过。那我觉得我先说。好，决议案通过了哈。好，你要讲什么？你讲。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有几样成立的公司了，比如说我们现在有高铁局应该要废除，因为有高铁公司其实够了，这个将来都要做检讨，希望你们都放在心里。然后陶基公司成立了，其实也应该要来做一段时间了，以后做一个检讨。不过说法陶基公司看起来大家觉得还好，反而是港务公司大家觉得真的是好像有没有整病，没有感觉，甚至还更不好，所以我们才会特别希望你们来做一个专案报告了哈，就这样。好，谢谢叶委员。还没哪位委员发言？你要发言吗？你不是很急着要吃药吗？你现在又不急了。你讲要尊重委员了、啊、我就尊重啊。好，来赵伟，怎么可以没有意见？讲两句话。小美英委员都听了，记得听谁的？听叶委员的。我是赵伟，听我的怎么听他的？好了，休息十分钟，然后就下一个了，就交通部了啊。下一个就是那个啊，港务公司。港务公司啊。这个。以为是交通部了，搞不清楚。这个都没带。有在那边坐车。赶快休息一下，部长，不然你又被没有位置。两本不一样。你们看起来都一样。辛苦啊！赵伟，你比较熟悉了吗？啊，比较熟悉。去吧，还是跟你才跑20分钟，没关系。今天很好，今天很好，这整个都是在港务公司在执行。你应该让跟他们分清楚，你还是要把该拿回来的嘛。不是管理啊，公权力。就是说，因为有时候港务公司管的很少。不是，你一定要趁这个时候，今年赶快给他弄好。谢局长。
市场部。那个。也差不多了哈，恐怕会到十一点多。十一点多找你。我想相关重整的事情有什么方式方案程序，特别是在去我在跟他讲，他
那个，因为我真的跟陈刚说，就是刚刚说，其实那我们音乐都没有委员会开过，因为就是说开过音乐中应该是都老科是这样讲，他说演出会就要。我什么时候欺负你？我跟你讲说买了好几次香槟的酒，跟你捧场。有啊，我送一瓶，我买几十箱哎。你去买那酒再来办，跟我没有关系，我又赚不到钱。我是你的选民呐、啊，我又赚不到钱。你的选民呐、啊，造就业机会啊。你又不是忙。我老外给我买了很多他们的好吃的。谁叫你跟蔡英文私交那么好？去送那个。那你跟蔡英文私交好不好？你讲。我不舍得他。对。人家时代力量讲说，人家说那个太专人去，太专人，专人专车去。他从来没有太过专车的。这样。人家是省，真的有吗？所以要开专车。人家也不好了。阿仔。以前哦，我刚来立法院十几年，现在是就他们男立委都怎样，晚上去酒店洗澡，那个才叫律师，那个说酒店很多，老哥啦、周国伦，然后都是去酒店，包括在一场是林鸿忠，那时候都晚上都去酒店，在泥桥待业。我刚来立法院，你不说名字，后来怎么改变？出现了一种卡，比较嗨，对，后来他。Thank you.
见啊，你可以把你的药单，对，你可以把药单拿给他，在大直那边。对对对，因为立法院你也没办法来，立法院没得开药，对，你去办诊所。找他回来吧。对对对，好。对对对，他也是中医，台北市中医师工会的副秘书长，所以可以信任他，很好。我就是那个影片啊，我有看到啊，我有跟你们分享，我看到了。设立法院，我怎么会真掉下来就闪到了？后来有一周开以后，我看到了，看到了。后来一周开以后，我看到那一罐了。所以现在你们是越抽越发了。好，打铃闪讲堂了。打铃响了，小 case。好，现在开始审台湾港务公司附属单位预算哈。不然怎么样？早上气氛还好吧？哈，很好，谢谢您。你早上有烧香的，然后才过来嘛？常念阿弥陀佛，青菜萝卜。念您的名字就可以了。念我名字啊？阿弥陀佛，青菜萝卜。哎，你要不吃萝卜？那我明天回去带萝卜给你吃好不好？那个萝卜好甜哦。这个季节吧。哦，萝卜好甜哦。好，是。我带两根萝卜给你吃。
哎，都来了没有？来了，怎么那么少？好，欧博文没来啊。请各位翻开第一页哈，第一页第一案，租赁成本这个，港务公司说明一下好不好？报告委员，关于第一案要增加港务公司租赁收入3亿元的部分呢，主要是因为港务公司的租金收入哈，它是按照区段值来计收租金收入的，跟公告地价调涨哦是没有直接关联性的，而且我们的租赁收入呢，也比去年度有增加了7400万，所以这个议题是不是可以同意免以争列？你讲的都是实话吗？是实话。好，那不处理了哈。好，第二案。第二案到第八案哈，好，说明一下。第二案到第八案是有关港务公司的旅运费哦。那旅运费呢，主要的项目是有国外旅费，还有国内旅费，还有大陆地区旅费哦。那在国外旅费的部分哦。主要是因为港务公司呢是必须要参加很多的一些国际性的组织，像太平洋港部协会，好，这些要去参加联会来固守我们的会籍。另外呢，也推荐好优秀员工到新加坡、到比利时去接受训练啊。同时要因应南向政策，我们也计划要到越南，好，东南亚国家越南啊、柬埔寨啊、泰国，要去寻找一些投资的商机啊。所以那国内旅费的部分呢，主要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国际的公约，我们的船员到期之后要换证，必须要去接受训练哦。那所以是不是请委员支持我们的旅运费可以免予删除？我想请教一下了哈，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资料里面，就是我们近两年来哈，这个我们执行出国计划有逾80%变更计划哈，那这个跟你们原定的计划这样子的规则有没有什么不符的地方哈？因为我们希望说这个国外旅费的编列，你们真的是要就是视实际的需要去编列，而不是说先框一个预算在那边，然后再去变更计划哈，这样子是不是有倒果为因的那种嫌疑啊？报告委员，对，在公司。好，你等一下，叶委员。这个。变更计划我比较可以接受了，因为现在港务公司它之所以变成公司化，就是希望它能够更灵活。那做生意有时候哪里有生意做就哪里去，所以它就会变化。这个哈，我帮你们解释一下。不过呢，这里面的旅运费里面呢，我想要请教是中国的有占多少？因为现在中国不让我们去了，不给去了，你编一大堆也没用啊，哈。所以我再补充一下哈，但就是我们叶委员讲的没有错了哈，就是灵活的一个运用。可是刚刚你报告里面你有提到说，送优秀的我们的职员去国外受训，那这受训的课程或者是那种计划，应该都是既定的计划吧，不可能是临时变更了吧？我这里面说明一下哈，刚才叶委员提到对中国的旅费有多少，现在因为九二共识的问题啊，双方没有来往，我觉得上面没有来往，我们下面更应该啊要加紧来往。为什么？我没有反对啊，因为真的，你怎么知道我要反对呢？我就是要问他们去得了吗？可以去得了，因为我们是一个司长，是一个国营公司哈，正比较没有官方的色彩。我知道，司长、局长不能去，副局长以下大概都还好，好，因为我跟国台办他们常常有通电话，有意见吗？我觉得下面哦，真的，你们港务公司对港务公司啊，尤其厦门港的部分哦，常常让他们的船过来，我们船过去哈，大家用这样的方式去解决争议了哈。
九月公司那个事情暂时既然目前这样把它摆在一边去嘛，我觉得这个旅费是不是请我们各位委员都可以支持一下数位委员。我刚陈数位委员提的这个训练的部分，那多半是按计划进行，但是有一些我们觉得当年度或是未来年度需要的，我们会做一些调整，比如增加人到比利时或者是到新加坡，所以一部分的调整还是会有的，但是我们当然还是应该以原来的这个计划内容为主啦。那我想刚刚也补充，就是两岸之间的这个，事实上我们最近也有几个梯次到不同的港口去做拜访，那这部分其实是都还算在进行当中，是可以进行的。是这个部分是不是请委员给我们支持？好了好，那个删少一点啦，删少一点啦，不要删啦，幼儿园这个你删了，跟我报这个真的是国际化的需要了，有必要吗？谢谢，你要去做那个工作门成绩不需要了，谢谢，不要去理他哈，这有必要的啦。好，我们就不予处理了哈。接下来请第九案，第九到十八案。报告委员。第九案到第十八案是有关港务公司所编列的印刷装订及广告费啊，这里面呢主要是有包含公司的业务宣导费，还有一些事务的印刷用品的这些费用哦。那在业务宣导费的部分呢，主要是公司为了要推广行销啊，我们台湾的港口，还有我们要那个推广邮轮的业务，所以我们必须要到海外去办一些展览，还办理招商说明会，所以这个九到十八案的部分，我们是不是建议说我们公司在春节的经费的情况下，是不是就删除一百万元？删除一百万，冻结的部分呢？删除的话，是不是就不要冻结？就是删一百万，但就不冻结了啦，是不是这样可以？好，各位委员意见好。等一下哈。好，叶委员。什么自贸区啊？我们的自贸区根本都没有呢，特别是各港的自贸区根本都是假的，比如我们安平港。跟我们报告，事实上我们过去的这一年哦，我们自由贸易港区的贸易量的贸易值都是成长的哈、哦、那安平港的部分我们会继续再来努力，还请大家支持一下。对，自贸区台湾没做，但是我跟你讲哦，我们马祖想做，但我们没有条件，金门在做哦，金门已经提出来构想。对了对了，那就金门去做啊，但是我们这里编一大堆，然后都变成公关费。公关费编了自贸区，像那个，光是那个自贸有啦，都说有在推啦。如果问呢，写意愿书的一大堆啦，但是呢，到最后呢，真的进驻的都几乎是零了。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都是零了。好，这个删一点了哈。这个我看哈，一千万。第九到十八案。第九到十八案，我们删一百万，好不好？删一千万啊！那么狠。那个跟委员报告，这个我刚刚已经报告，就是说，整个我们五个，就是说我七个港口的这个自由贸易港区，事实上过去这一年的贸易量跟贸易值都是成长的。那安平港部分，我们就会再来努力。成长多少？数字上面。给我数字。安平港没有这个自贸区。安平港不是比较弱，没有啦，自贸区都弱了，不是只有我们安平港弱了，都弱了。你成长多少？报告委员，成长多少？贸易量的部分是成长了64%，而多少钱？你花多少钱？你成长多少钱？你花4000多万，搞不好成长个200万哈？多少钱？告诉我。贸易量应该就是金额，对，金额64%，多少钱都说不出来啊。有在有的在自由贸易港区的贸易量哈，到今年的11月是已经有
1266万公吨啊、贸易值的话呢是3178亿元，成长多少？成长了，在值的部分成长了10.14%，而在贸易量的部分呢是64.12%，成长多少钱？10%，就是就成长了有292亿。自由贸易区呢？对，是，对。港的部分呢？是是是 是, 是，都承载在哪了？哪一个港？在这个台中港，然后高雄港、台北港，对。好、啊，那还真的是就我们安平没有呢。我们因为安平的部分再来努力啦，再来努力。是安平，你就上追想曲就好了。那删一点，100万啦、啊。你就我们不想再唱追想曲了、啊，好不好？那个跟文包就100万了，100万了，好了。谢谢谢谢。对了，业务员会看我面子了，好不好？刚才我都有看到面子了，好不好？删100万哈，好。第19案，19到21哈。说明一下，说明一下。报告委员，关于第19案跟20案，主要19案有提到说，公共关系费好像跟上年度比较有增加了有16万元哦，主要是因为土地开发公司，2015年度的时候预算的时候是预定7月成立，所以是只有半年的预算，而106呢是全年度是编了。所以同意，请同意免删。等一下，好，19到21，来，公关费有必要了？不是不是，刚才我们已经有一个业务宣导费，你用公关费，结果你们说是业务宣导费嘛？没有，那是航管局的。前面呐、啊，前面第几案？不是啊，现在是港务公司。有啦，16案呐、啊，16案里面有业务宣导费4000。第16案就是业务费向下有业务宣导费，好，哦，那是自贸区，光是自贸区的招商，然后这里又有一个公关费，然后后面有一个什么记者联系联谊费，什么记者联谊费啊？对啊，记者联谊会。啊，你到底是怎样？这么多公关费啊！委员，公关的合并一下，有必要了。哎，这表谁做的、啊？这张表合并这张表谁做的？这个叫我会。哦，我们叫我会做的。会做的。哦，这做的很好啊，一目了然。他本来要骂。这个要，哎没有。这表做的很好，一目了然。那个报告委员，我针对公共关系费跟业务宣导费，还有后面杂账费用，有一些那个国会记者联谊费啊，它这三者的主要的用途，公关费呢，主要是我们是用在，主要还是也是在业务推展啊，然后我们会跟周边的航运业者、工会、协会，还有李林，好、啊，要必须要建立一些企业的形象跟业务、我跟你说哈，刚才那个上一段的时候，航港建设基金的时候，我们业务费跟宣导费跟公关费是一条就在一起的。那你现在呢，给他拆？你刚刚说那个是自贸区，不是哦，你们下面是业务费向下的哦，你包括国内外业务推展行销哦，哈，16案的时候，哈，所以呢，你光是业务宣导公关费，你给它拆成3笔，那拆成3笔呢，憨不啷啷加起来就将近6000万嘞。跟委员报告哈，事实上，航港局它是监理机关，它当然也需要做一些业务联系，但是港务公司有7个港口兼办2个国内商港，那这里面包括这个业务推展的工协会跟航商的部分，包括地方政府及相关民意代表的部分，包括记者的部分，事实上是，我算错了，7，事实上是有都有它的需要性，对，将近8000万呢，7000多好多万呢。业务那个光是这些什么业务宣导公关会，很简单啦、啊，你就16+20+52案加起来就将近8000万呢。这个太多了，跟文报这个国内外，我都接受了，但是我觉得应该要深一点，这个太多了。朋友员，
这个给他们一点活动的空间呢、啊？好啊，好啊，但是我没有不给啊，但是你提到因为中国那边啊，说真的，中国那边常常他们人来哦，我知道。哦，接待的精英，他们这个有点跟外交部一样的性质哎，七千多、哦、是这样，那个打仗哦很辛苦的。对，包括日本、东南亚，就是南向政策里面的这些国家的港口要来参访，我们都应该要积极来接待。所以这部分呢，我们是不是建议就是说，在这个这个部分是公共关系会刚刚已经讲了，就是同意免删嘛。没有没有，来那个董事长，我跟你说嘛哈，你这里我们一起说了哈，我已经抓出来了哈，第十六案哈，就你这里面就有业务宣导，这也是公关的一种嘛，我们大家都知道了，之前就已经说了，这里差不多四千多万，然后二十案公关费1300多万，然后五十二案。这里一样哈，包括什么国会啦、记者联谊啊，不要把国会扯进来，我们没有花你什么公关费，好不好？啊，不要把我们扯进来，我们哪有花到你什么公关费？你们怎么写到国会来了？不会吧？对啊，我们哪有花我们国会？啊？国会记者，你不要乱写嘛，你国会写我一个人就好了，写那么多人。不是国会记者，不是你不是写国会记者，你是国会记者呢。哎、欸，我们没有花你什么公关费，好不好？不要乱写哈。所以加起来呢，差不多7000万。我不知道你要删哪里了，但是我认为这样加起来应该要减一点，对，差不多了，全部了。你们今天啦，包括业务宣导啦，包括业务宣导啦。我说跟删多少你们自己讲啦。我跟委员报告，这个部分真的我们要拓展业务。那自贸区包括国内外的航商、国内外的港口。然后还有这个地方政府跟相关的民意代表，我都同意啦，但是7000万，我们七千万跟去年比较也没有增加太多，所以这部分是不是让我们分别三？你们去年变多少？全部。好，在业务宣导费的，是比去年减少了272万，还减少。对，公费的话呢是。好了，我站在反对两立场。公关费怎样？公关费多少？公关费部分呢，其实就是增加刚刚讲的土地开发公司，增加了有16万。对，那个是哦 ，totally 都那规费跟去年比较是怎样？减少是减少，减少。好了好了，既然国民党时代有编了嘛哈，我站在反对党立场，让你们继续编了，好不好？为了证明那时候说编的是正确的时候就继续。好了，我也不反对了，好不好？跟委员报告，我们绝对是核实使用了，不会虚滥用。看你们讲话也蛮诚恳的，这个就算了，不处理了哈。谢谢谢谢。好，接续二十。我还是讲一下啊，还讲，因为比照去年呐哈，给你们这样我就不删了。但是呢，我不觉得说比照去年来编列就是对的了哈，因为我们看到的实际的结果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个港各航港的这个收入是减少的，吞吐量是减少的哈。所以以前这样花没有什么效果出来，现在给你们一样的钱花，处境更艰难了，花的可能会更多一点。现在一样给你们这样的钱花，你们还是应该要去检讨一下那个什么改。不，我们会严格监督你们，你不要乱写写什么国会什么，我没有吃过你们饭了。我是是是是是啦哈，我对不起，我这边还是要把事实报告一下哈。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费用已经有减少，那我们在。到目前为止，我们今年的业务量是比去年成长的，我们的进出口跟转口柜我们是比去年成长的，这个是都有数字可证的，如果有需要这个数字，所以是我们是在成长的。好了，就这样子啊，不处理。二十四案，二十二到三十四。报告委员，关于第22案到34案，就是有关港务公司的材料及用品费预算的编列哈。先说明一下，材料及用品费呢，主要我们是用在譬如说是港区的一些防灾、防疫，还有美化，还有劳安环保的巡查，另外还有旅客服务一些流动厕所，还有就是我们要转发换发那个港区通行证这些的
费用哦。那这部分的预算呢？那港公司鉴于说我们准结费用，那是不是我请教一下哈，你们104年的决算才205万，那106年度的预算比104年度的预算决算哈，增加幅度高达5.7倍。你们要用那么多钱买办公文具、包装杂志跟农业及园艺用品吗？啊，为什么增加了5.7倍？来说明一下。我先补充一下了哈，就是我们看到你们执行的项目啊，就是很多其实都是重复的，像什么港区植栽、办公室绿美化、报章杂志，那你们就分别编在不同的项目下面哈。我觉得这样子是不是有重复编列的嫌疑？真的吗？这边再补充报告一下，就是有关这个费用为什么会跟决算比较啊？那个为什么会增加原因啊？那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说，因为我们也鉴于说，台风这次尤其今年台风好几次，造成那个对于我们的港区哦，造成很大的破坏，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编列这些。如果说日后这个因为现在气候变迁非常的快速，所以我们预防着如果有风灾的时候。好了，我建议300万了哈。这个哈，我不是这个了哈。那个董事长，你刚刚说的哈，那个部长，我还是要说一下了哈。也许我们的所谓的货运量有增加了，但是问题是我们在世界的排名是节节败退。不然高雄港呢现在排第几？13。对啊，排13你觉得很好啊？不是很好了，差不多是我们曾经第二呢，不是吗？那我们现在因为重点起来以后不太好。好啦，就是还是要跟你们讲哈，你们那些公关费什么哈，花那么多要真的花在有用的上面呢、哈啊，这个什么怎么5倍？你说那些我还是没有觉得有什么必要呢，100，我真的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呢哈。他们有很多的附属港口也都要算在里面。9个。董事长，那个对面那个刘武店开港了哈、他们经营的也不好，他一直希望跟你们去加强交流，你们跟他加强交流吗？是。两边的看看船怎么来怎么去啊。你们真的可以去突破一下哈，肖委员、肖美琴委员。我这个是提第34案了哦。那我想这些项目都是一些基本的开销哦，可以这个支持基本的编列哦，但是有一些执行率真的很低哦。举例像今年整年编了这个什么服装费用，但是执行率是零哦，显然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用途。那还有其他的像报章杂志啦什么，到今年10月只有执行率10%几而已，所以是不是有这个编列过多的问题哦？像我刚提到那个服装费是下个年度还编列的更多，今年完全没有使用到，但是明年又编更多，所以是不是有一些浮编的问题？那可以做一些小额的，我是提100万的删减了哈，那是不是可以做一部分既然需求没有那么高哈，而且执行率也偏低，好，是不是可以做一部分的删减？所以我们就是100万占了，占100万。里面有浮编了吗？没有了，没有没有。那肖委员，我们讲你们浮编没有了，你们坦白从宽了，抗拒从严。我跟你讲，3100万，三一百吗？3100万，对，3100万。好，那就从善如流啊，遵照各位委员的指示，3100万。好，翻开35万，3536。报告委员，关于第35案的部分呢，主要港公司其实它整体的用人费哈是减少了哈，比上年度减少了1.46亿。那那个主要是维持费用增加原因啊，是因为我们工程的部分哈，将一些原来属于管理性的同仁
把这个劳力哈移转到现场去，所以是劳务成本是有增加2.04亿，但是我的管理费用哈是相对的也减少了2.15亿啊，所以说是不是这一个第35案请免予删除？那第36案的部分呢，就是有提到说冻结港公司的预算2000万元，然后那这部分是不是可以就是冻结，然后我们提书面报告。刘大伟，你不是3.2亿？冻结的。冻结2000万，提书面报告。冻结的。好，冻结2000万，提书面报告。各位没意见啊？委员不好意思，那是不是文字上面就是说送交通委员会后同意两个字拿掉？同意。所以你们确定你们的人事是减少的哈？减少多少？1.46亿。好。那个同意两个字没有？不好意思，我请教一下，你们刚讲说什么管理人拨了，我听不太懂意思啊。你人数减少，那为什么费用会增加这么多？增加31.96%啊？啊，费用是用人费是真正全额的话呢，是减少了1.46亿，而我们是将原来管理放在管理费用科目的这些同仁，把他的工作移到属于港区维护的。好，嗨。好，请翻开37、35、36案哈，各动2000万。没有，30案动2000万。是同一案的。35是免予删除。是36嘛，对。36，对。动2000万，书面报告，好，取得动支。好，37案。37到42是同一个案。啊。37到42。主案处理、啊、不同啊，这谁的女儿啊？不是病吗？一起也可以了，就主案了、哦、好，刘兆豪委员，这3500你们有没有意见啊？有的，所以我们是建议说是不是冻结1/5，然后提书面报告。那你先讲一下为什么这个车辆是减少的，然后会增加了。报告委员，交通及运输保险费哈，它的范围除了车辆之外，还包含了挖泥船、交通船，还有电话交换机，这些。而2016年度呢，公司是有增加了有高505，还有铲斗式挖泥船啊、哦，这两项的那个船舶。来、啊、来，那就改。你说刚才冻结，然后说冻结1/5，啊，书面报告。冻结1/5，37案冻结1/5，提书面报告。38案。八。六元。麦克风给部长哈，来38哈，38这个我们对照过哈，港区噪音空气品质监测，什么区域污染消减管理计划、水质监测，这些有的没有的，这些每一样运研所都有做。重复，部长，哈，说明一下。报告委员，关于在维持费用下面的这些工程管理咨询费啊，主要是在做哦，就是港务公司有一个欧洲生态港的一个认证，还有就是例行性的港区噪音空气品质的一个监测，还有水质的监测哦，还有就是要做那个港区的管线调查。OK， 都 OK， 这些港那个运研所都做了哈。你们去看应援所的就好哈，你们不但、那个你们还要委外，啊，你就去看看应援所做了哪些什么不够的，你就再委托应援所去做好了，部长哈，我的意思是这样。第一呢，这些东西应援所已经有做的，可能你会马上就会告诉我说应援所做的不够，你们要什么什么加什么，我也这样跟应援所讲过了，就是说他们不要只有自己做自己想做的，自己想自己对，要跟你们问你们到底要什么东西，
他再去做。所以这个呢，我认为我并没有反对你去做这些哈，但是这些我先告诉你，你列举的刚才这些，我在书面上写的，我就没有全部念的哈，包括什么什么系统规划、开发整合、什么房屋安全监测，每一样我加引号的我都对过了，运源所都有做哈，部长我再说一次，都有做。那都有做，再来他们还可能还要更详细一点，或者更增加一点什么 ？OK， 好，就去跟运源所。他既然要委外嘛，就委托运源所。项目就是由他们委托运源。好，好，可以，可以，你就去。好，所以呢，所以我认为这个可以删一点了哈，要不然你就要先让我知道说你这些不委外，你全部让运源所做。哎，报告委员哈，这个工程咨询管理系统这一个就是委托运联所，那当然是要给他钱的、哦，这个是我们付的，付给他的。我不反对啊，我没有一定要。还有包那，但是像那个，第一项那个港区的那个管线调查，这是我们要调查的资料，因为运联所没有做这个部分，运联所只是把它转化整合到这个工程资讯管理系统，但现场的调查还是要我们做，所以这个部分是如果删的话，我尤其像那个石化管线等等这些，我现在积极在调查当中。那你这个一定要委外，就是对对对对对。好，这个可以，还有呢？包括那个像欧洲生态港认证的部分，运联所也没有在做，这是我们要委托来处理。你这样说就不对了哈。欧洲生态港的部分，比如说港区噪音、空气品质、环境监测，这个运联所有做，但是他做的测点不一样。还有就是说我们、好嘛，不一，我想可能不一样。欧洲生态港运联所也有做，有都有做哈。所以呢，你这样啦，我预算是另外一回事，你们真的要委外了，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管线的部分，那个运源所没有办法到现场做，这个我同意了，这个可以。但是呢，其他的我认为你就是要让运源所做，好，不要再委外了。跟委员报告，运源所可以做的绝对不可以委外，好，这个原则我们把持。那我们是不是这样建议了哈？就是说这个，先动五分之一提书面报告，书面报告就是来提说哪一些运营所可以做，我们一定给他做以外，我们还需要做的部分，这样好不好？好，好，我同意哈，就不用说哪一些要给运营所做了啦，你就说哪一些是运营所没有办法做，一定要委外的来告诉我们就好。哈，好。部长，我一个想法哈，你这两年一直为了运营所的预算啊，这不扯来扯去的。他不是你们智库吗？你所有各部门的研究经费全部都集中到他那里去嘛，所有委外的全部统筹，全部集中在一起嘛。在那每个单位那边扯啊，扯来扯去，审查一下，审又扯到运营所。我跟赵伟的意见不一样，我觉得干脆废掉运营所算了。废掉？对。那全部都到那边去嘛，是不是？现在有很多，对啊，这个运营所新的所长很能干了、哦，这不错、哦，这个。我觉得不需要。这叫什么？玉珍这个所长非常能干。不用说了，就先这样哈，往下。好，这不处理了、啊。冻结五分之一，结束。你在听啊？人家都结论了，你们帮忙，你故意找我麻烦。啊，冻结五分之一。书面报告内容要清楚啊、哦、哈，就是不能。然后为什么要委外的要说明？39万，赵正义委员，电，说明一下。这个跟赵委员报告，他已经同意不删，但是改动十分之一提书面报告。好，改动十分之一提书面报告，40案，两个案都是。好，一样，41案。事实上我们应该有跟这个刘委员报告过了，他是同意不删。好，好，41案不予处理。那42案的部分呢？42案说明。林继炫委员说要350万，这个部分我们评估的结果，我们遵照办理。说明一下，说明一下。好，那个40案说明一下。遵照办理的，42，他350万了。为什么增加那么多？还是要说明一下，它增加200，增加2倍多哎。增加213。好，
就增加200多万呢。说明一下。跟委员报告，说明一下，我们港区哈、就发生一些像气爆，然后我们发现到说我们港区一些面到一些责任的一个问题哈、所以说我们责任保险的部分的范围那个把它扩大哦，那个保险的金额吧。你们港区有气爆、啊？不是，是发生在我们港区内。哦，高雄。高雄气爆，那现在担心我们港区也发生。有这种短线潜在的风险，增加费用啊，所以保险公司在保险的时候，我们会考虑比较周详一点，就把那他保险公司相关，那你不给他保，换一家，那你给我们干嘛？那也是，不是？等一下，你的意思是说，你们是保险公司增加你们的保费？不是，我们把那个保险的金额哈、把它扩大，把它提高。为什么？为什么要扩大？气爆。就是保险的项目跟范围，我们必须保险。你们觉得需要扩大增加保险，就是你们对自己没信心啊？你们对下面的管路都搞不清楚，是不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哈，最主要是说，因为说，面临到这个风险，我们必须要有一些风险那个分摊的一个想法嘛。所以说，变成说我们在做这样的保险的时候，要做一个调整。那调整的过程当中，就是说，保险的一个项目把它做一些提升以后呢，保险的费用必须相对的提升。嘿，好了，那就照林清县委。台北地下都是捷运线了，我们那边高雄都是石化管线了，所以保险要多一点了。好吧，好了，那就看李坤哲的面子哦。好了，那183，就50嘛，他们都同意了。同意不三十？同意3减50万。三五十啊，50就50，好不好？同意350，40万通过。43、44、45、46、47是一个案哈，说明一下，那个业务会用你们的那个工程及管理咨询服务会啊，编列的预算是2600万，那相关预算是用于委外办理研究计划，但是过去港务公司历年来都有编列相关的预算进行委外的研究。但是也没有看到你们相关业务有明显成长啊，所以这个部分委外的研究它的必要性是有待斟酌了。我的建议是3减300万哈，来请说明一下。啊，我是2600呢。来跟委员报告一下哈，就是说有关这个相关的一个委托研究案的部分，就是说，其实我们在经营的过程里面，哈，那除了我们公司的高阶主管的部分的经验跟判断之外，那我们也希望用外部的一些专家学者的部分来给我们一些从外部的力量来帮我们看一些相关的一个策略是不是有完整啊。那跟委员报告说，其实我们做了这些相关的研究计划的部分哦，对我们的实际上的经营还是有一定的帮助。那刚刚我们前面在谈其他议题的时候，董事长也有报告过，事实上即使面对这么样的不景气的部分，那在港务公司的部分，其实今年的部分不管在货量或是其他的部分也都还是有一定的成长，那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我们还是拜托委员说可不可以来我讲一下哈。那个董事长跟部长，前面我们说的哈，那些需要工程去实际调查的，这个要委外，我们同意，就让你们提出来。那这些都是研究计划、研究性质的，这事实上呢，这个其实是可以让运员所做的哈，不要去委外。那其实话再说回来，就像刚刚董事长讲啊，给运研所做的也要给运研所钱呐、啊，对不对？那但是至少运研所是公家单位，就左手给右手嘛，哈，比较让运研所有事干。但是呢，其实我觉得你们这些所谓的这个研究呢，都是政策性的呢，政策性主要看决策了。主要看你们的决策啦，这个其实你们说怎么去研究办理呢？我觉得很多都是浪费，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要删除。这个是不是可以？好，这里有3-5千的，有3-1千的，有3-300的，哈，有3-500的。那我们坤德赵伟，
你跟叶文两个去研究一下。我再说一下哈，你这里我把你们的搭出来了，然后来看你看大家来看他们研究什么了哈，就是基隆港观光商业专区的整体规划啊，这个就是你要做还是不要做啊，就很简单啊，就要做不做这样而已啊，要做的话那就那要怎么哈，那个报告委员是不是我们105年106年已经比106年减编了1160万？没有没有，我们还可以再减哈。来，比如说你再来再写进来的什么港务公司未来的竞争力及行销策略研究啊，这个就是你们要怎么做就去做就对了。你到底要委外研究什么？还有什么港区温室气体盘查研究？这个是要做调查啦，因为那个是整个绿色港户啊，这个不是在你前面那个港湾那个什么什么欧盟的那个不一样的内容，不一样内容。好啦，我的意思哈还是这样啦，这些委外的东西呢，要么你就给运营所做，要么你就这个我是不是可以跟委员再报告一下？当然。运营所能量所及的我们一定全部给他做，可是其实我们港务的发展还应该要多多的跟国内的学术机构去做结合，跟产业机构去做结合，这样才能够扩大我们的这个各方面的思考的这个能量。所以这部分呢我们已经比去年减编了一些，那我们现在就是说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再减300万这样子，好不好？请支持我们啦，我们不会说是自己可以做的还去找别人做，因为其实很多学者专家跟一些产业机构我们还是要跟他们去做合作了。减600万好了，好吧。现在委员你们意见，因为也有你的案子哦。那个委员是不是可以再考虑一下我们我觉得真的这些大部分都是那就切起500好不好？切起500了，好。好了好了。好，3500万，谢谢。好，3500万哈。好，48到50。好，说明一下来。那个报告委员哈，那这个部分是有关研究发展费用里面工程管理咨询服务费的部分呢哈，那主要就是包括我们在经营港口里面遇到的一些可能会遇到的问题的部分，那我们进行相关的委外研究的部分，那当然包括比如说这里面的细项的部分，包括基隆港区的一个连外的一个评估的部分，那台北港的一个连外的一个评估的部分，那以及相关台湾港务公司办理相关空柜调度中心有没有相关的具体策略可以来进行的部分，那所以这个部分哈，我们我们认为说，这个又来了，又是委外一大堆哈，又委外，你们委外切了这么多，又委外了哈。那跟委员报告一下，是我们如果这些细项部分，我们会跟运研所来做请求。如果他们在他们的能量所及的部分，这个太多委外了，部长，这种委外，我真的觉得都是浪费了。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委外去这个研究哈，研究了什么。加入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对台湾贸易及经济结构的影响，这个加入自由贸易协定跟台湾贸易什么经贸经济结构影响，这个经济部都不知道已经做过多少千遍了。应该常常在做。删啦。删啦，我觉得这个可以全删。啊？全删，我的提案啊，49案。包括委员哈，那个像基隆港、台北港的这个整个道路交通系统啊，因为配合那个基隆港的内扩外扩、东柜西迁的部分呢，要去做整体的一个规划，所以说这个部分呢，我是不是请委员能够不要删？那台北港也一样哈，因为台北港越来越发展哈，像南码头区只有一条道路，部长真的太多委外了哈，没有办法接受。这个要删。可以委给运研所啊，这个是朝
我给运员所来办理。这个连运员所都不用办理了，真的。这个像连外交通，这个是绝对是运员这个最适合的了。这已经是第二年了，已经在过去的资料。好，这是第二年，已经委外了呢。不可以。刚也有。不可以委外，不准委外。我们就委托运员所嘛。委托运营所勉强可以接受。跟叶委员报告哈，他这个有关连外道路的研究对高雄港非常重要，因为国七现在因为环评卡住哈，所以这个哪一个连外道路，高雄港连外道路。所以在目前，因为这里面有在我没有说到高雄港不行啊。因为国道七号一直深陷评估的这个泥沼之中啊，所以这个连外道路可以没有，我这里面没有说高雄港不行哈。我这里没有提到高雄港。高雄港是在那个前面那个。高雄港是在钢铁。对呀。业务费用的。对呀、啊，我没有，哎呀。那业务费用我只有600啊，那个2600啊，还有2000呢，够了。跟台北港。还有2100嘞，对。那因为基隆港跟台北港还是要做。郑文委员，你这里也有表示意见哦。啊。你刚吓我一下，没有在。OK， 你们 OK 就好了。运研所办理，都是运研所办理的吗？这些不是吧？对，你说要全部删掉，我可以接受让运研所办理啦。嗯，好了，让运研所办理。对啊，让运研所研究了。和运研所做的。让运研所研究啊。嗯。我们会接洽运研所优先。不行不行，我就是要确定，我不要委外啦，我不要你们再用这种东西去委外，这个委外的结果都是。那这个钱给运研所啊？不是钱给运研所吗？报告委员哈，那个台北港跟基隆港的部分已经，这是第二年，第一年延续性的那个已经委托那个2000多万，包括基北输的。三个港啊，有合约了、啊，所以你写这些都是糊弄嘛，哈，你2000多，你这个这里就是2000多，那你2000多都已经出去了，没有，基隆的部分今年。第二年度它是编500万，那台北港部也是编500万。你说2000多万到底是500万还是2000万？休息两分钟，你过来跟他沟通。总数2000多万呐、啊，你们去沟通两分钟。说清楚哈，台北港跟基隆港，你们今年各500万，对不对？那你们今年的各500万，整个计划是多少钱？基北输是2600，那分两年度啊，分两年度，那今年是2106，这里的数字呢？不是，这是另外一个的，刚好那个刚好是刚好。基北输要2600，对，因为几年2600分几年？两年啊。包括交通调查，所以前年已经花掉2100了，没有啊？今年剩500，没有，这边有1000啊，这边有1000啊。啊，明年是多少？你就直接讲。明年都是500啦，1000嘛，500加起来1000呐，1000呐，所以还剩13500。对对，不是，只是说还有其他案件，还有其他案件，说可以给运研所。你像那个我报告一下，也是要钱呐，报告你过过来。还有那个八尾哈，像那个苏澳港是优先的，就是给他这他运研所这些再不做，那就写台北港。苏澳港，因为是研究计划，延续计划。有合约的，我们就洽运所做。对，没有合约，我们洽运所做。有合约就延续，需要多少？对，就原来的合约。这1000万就延续了，那剩下来就洽运营所来办理，对吧？好，对了，不是洽了，就是要他自己。啊，马西亚，你讲白，马西亚一样，我都做啊。不然，伊朗不要多走的卖走啊。他这里做了，我们优。部长说不是，部长说这些。运营所都可以做的，如果运营所不做，那就不要做了。这个，要不然就等用这样嘞。这个跟委员报告就按照委员刚刚的原则，已经有合约的继续合约完成，没有合约洽运营所来处理。那这些呢，我们就冻结1/5，然后提书面报告，厘清楚这里面的所有的环节，好不好？哦，分得到。你讲过，想好没有？你讲过，好。好了。好，等一下，还是要文字修正清楚哈。文字怎么修正？
就是台北港苏澳港为延续计划外，其他相关议题均交由运源所办理，并予以冻结五分之一，提书面报告。好，叫我们叶委员修正通过啊。好好好，谢谢。51到54哈，请各位委员翻开51案。就是请说明一下了哈，就是有关的那个。现在第几？53案。51正风。报告委员，关于51案到54案啊，主要是在杂项费用下面，我们有编列了啊，有端正政风经费有190万元，而这主要呢就是在宣导一些相关的这个政风的法令啊，然后而且让，因为我们港务公司负责一些国际的商港的业务，所以我们必须要培养同仁要有守法。要有知道法律的这些，这个要钱了、会啊，要办理一些廉政的一些论坛那个平台，请讲师们来授课，就是宣导一些。没有上课，他们就不连了。这是加强，这个是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新的员工，尤其是政风人员本来就应该要端正政风的，没有说还要办什么有的没有的，他才会端正，他才会廉政。这是所有人员都要参加的。对，西进人员也不会说不知道要廉政啦。就是教育训练所需要的啦。还有减少费，而且我们也有减少费。是的，可是你们的政风，那所有单位都编了，都编政风的，这还得了啊？这些根本就那每个单位都要编政风的费用哦。对啊，没有啦，哪有编？没有啦，没有。政风单位要自己去处理，他自己要去宣导啊。对啊，政风单位去宣导。怎么是你们来宣导？对啊，政风这种东西还要宣导，这是最基本公务人员的最基本操守道德，好不好？这个政风的事，新进人员如果没有这一点的，新进人员如果连一点政风操守，我是会计的。的尝试都没有，那还你们还来用？那你们表示你们的任用有问题啊？这个是这样，因为我们同仁他基本上要办这件事情，他就列这样一个项目了哈。那这个已经办理多年，那也有他的成效。不是董事长，是照你这样讲，干脆说这是你们的福利好了。不是，他有新进人员跟持续的部分呢、你干脆说这是你们的福利好了。不是啦，六爷，他可能讲港务公司里面操守不好的人比较多、哦，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要训练一下，其他单位呢？其他单位没编呐、啊，你干嘛编这预算？政风这个全三、啊，不，这个钱应该拿掉，我不晓得编多少钱。全三呐、啊，190万而已啦，全三了啦。190万不是全部都是这个、啊？全部都是这个啦，其他的没有啦，全部都是这个啦。还有国会联谊的，国会联谊不能删掉。在后面，就是后面。没有啦。好了，叶委员这么坚持，我们就照办了。好了，删了哈，51案190。别的单位都没有人办了。不，你这不要全删嘛？197。删啦，这个别的地方都没有，你有的这将来很麻烦的，人家都要有了。对，你这个190万编的，每个单位都来了。没有，没有这个会怎么样啊？不会怎么样啊。对啊，就是没有会怎么样，如果不会怎么样的话，就不是给他留一点嘛，留个不要了，留一点等于没做啊，以后就不要了啦。不要，所有人都不要，下面委员呢？我不要听萧委员的话。保定干部是怕困难啊？删还不删？可是公司将来就是在其他经费里面需要的讲习，就在那边做一些办理。对了，你其他讲习都好，10万块嘛，不要。我告诉你，这就像你说的，给他们是显得他们特别不廉呢、欸，哈，特别需要廉政一下、欸。
啊，不用，你们有真的需要的讲席，你们就去讲席。你们为什么要弄一个，还要去讲席端正？照办，照办，照办。啊，别人都没有，就你们特别需要去讲席一下，表示你们特别不清廉，是不是？这个又变歪风了啦，哈。我们照办。五十一到几案？五十四。全部删除哈、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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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只有最后那一项，其他的没有，其他的不删。五十一案三，其他就像就照列了，就照列，就照列，同意照列。啊，其他不行，来，找个心脏内科的医生助诊。再来五十二一定要删，好，五十一案全部删除。五十二号删多少我没意见，至少把国会那个删掉。好，我们没有花你的钱，所以一定要删一点，表示我们没有把国会那个六千块删掉。没意见，删多少？好了，删六千块。删多少没意见？删多少没意见？但是一定要删。等一下，等一下，我要删的是文字跟数目。国会计那个国会计三个字删掉，我们没有花你们一毛钱的公关费哈，所以删掉国会计。好，删文字。那三个字，然后多少钱再删？表示就是国会删掉了，看你们到底是多少。啊、要赖到我们身上了。预算书里面的文字不能删。可以、啊，说明可以。哎，你们预算书你们不要写这个东西嘛。不是不要写，是没有。你为什么要栽赃给我们？他有问题，他有写啊。说嘛，我们到底花你什么钱呐、啊？不得与国会议员联谊啦。跟记者没，跟记者有道理啊，跟立委联谊没有道理啊。他哪有跟我们联谊？对啊，不应该啊，不应该跟我们有联谊啦。预算里面，啊，我们改，你们自己改一下嘛。我们改一下啦，对，好不好，处长，自己改一下。好，五十二案里面的国会计，对，你们自己改哈。好，预算你们自己改，好不好？那就删掉多少？六千块。六千块。好。好吧，第五十三案，一样了。这三个案子，五十四案，五十四案，这个员工亲子活动，这个一定要的啦。哦，这个、拜托了、哦，这个很好，这个员工的向心力，这个很温馨的。哦，谢谢，谢谢。就不处理了。五十四不处理啊。税务员可以吗？好。嗯，我们税务员宰心仁厚啊，一看就知道。啊，他没有删啊。好，下一个。哎呀，保金委员跑出来了。哎，尊敬的，尊敬的。我过两天就回祖国了。要谴责。共匪，我又共匪了。好，第五十五案，五十五到五十七。这什么？报告委员。五十五案到五十七案是港情公司准备在买十五艘的拖船，那五年的时间买十五艘的拖船，最重要原因现在港情公司有三十艘的拖船，里面十八艘已经超过使用年限，九艘已经超过二十年，那适应整个船舶大型化来讲，这个拖船已经太老旧了，所以我们要急得赶快来汰旧换新。这个我证明，你给我们那个东引一条、南竿一条那个老拖船，哇，那么大吨位，我现在换新的。你那个拖船比我们的船还大哎，我靠！对，我们那个烧油烧的钱你们自己负责、啊，不要找我。是，我那个拖船好大。八月十六号合约到期换新的过去，而且贸易贸的很厉害。是，五十五万哈。对，五十五到五十七。五十五到五十七。是不是等一下哈、哦？你这个叫做汰旧换新，是不是？那你旧的怎么办？旧的我们把它拆解掉，要把它报废掉，把它拆解掉，然后用废铁来卖。做人工鱼胶呢？那已经超过使用年限了，有十八艘都超过使用年限了，不能卖掉。你没有，已经没有人要了，真的要当废铁、啊。当废铁，只能当废铁啊！把它拆掉。那有些窑可以都没有，不要。我们有很多二手车，还是有别人要嘛？我说这个都真的都没有人要了。好几件战币都没人要了。那个可以用的部分啊，就是二十年可以用的部分，我们是二手来卖。那不能用的部分呢，我们就把它拆解报废。好，那可以用的有多少？有多少量？能够用的大概二十年，二十年以上的是可以用。
那超过使用年限可以用的，我们是要继续用还是要卖掉？继续用，那继续用，因为我们才换15艘而已。哎，总共30艘。你那新的换回来会给我们马祖2艘吗？马祖2艘是我们现有新的，我们现有的。哎呀，那个船好烂哦！我知道我们12月16号将来会换新的，对，不是新的，就是我们在这边使用2-3年的，然后换过去。不要再给你，不要那么大了，不要增这么多了。台湾不要的再给马祖就好了。你台湾不要的给我。这次我们换试一试。折优。好了好了。这个我证明了，真的那2条船哦，又老又那个。这个上岸是主席，55到57不处理哈。哎，我等主席，56万我提的哈，我只有一个要求了，因为港务公司成立的时候有特别3大原则，就是不以民争利的哈。那是不是有以民争利？其实我们要检验一下哈。如果说这个竞争的话，因为现在大部分都是拖船业都是民间在委托民间在处理的，所以这项业务其实我们适可而止了哈。那该太旧的换太旧，自己要不要换新的话，是不是有一些空间给民间的那种业者去做拖船的业务做处理？是不是这样比较好？这个我跟陈委员说明一下哈，这个港情的业务啊，目前为止就是按照原来各港的方式在服务，并没有说港务公司扩张营运规模或者是换委这样的情势。这第一点报告。那太旧换新的部分，事实上是也要支持港情公司未来配合离岸风力发电，要拓展新的这个后续的维护跟这个服务的这个空间呢、啊，所以这部分也请大家来支持啦。是啊，你这个讲的部分哦，就是要确实照你讲的部分来执行，好不好？啊，所以这个上岸是不是好？请各位翻开第58到59案，58到59。简东明委员，对，说明一下来。报告委员哈，那我们转投资公司的部分哈，我们如果是持股50%以上的部分是属于子公司，子公司的部分哈，我们已经有编掉我们的附属账预算有送到立法院这边来审议。那如果是50%以下的哈，它是一个民营公司的部分，民营公司的话哈，那我们有编在我们的一个之间的转投资的损益的部分哈，那来处理。那个我们持股的一个比重的部分，我们是会按照我们的一个业务的需求，就是说如果是要跟民间有一些业务是要跟民间去合作的部分，我们会持股的一个比重跟这样的一个需求，不一定说完全有公司这边。好，那冻结1/5有没有意见？可以吗？哈，冻结1/5提书面报告。对啊，哎，各位委员，58到59案冻结1/5提书面报告，好不好？是，并案没意见就5859并案。对，5859哈。分开因为它不同的公司。不同的公司，那好，都一样，好不好？58做58、59都冻结1/5，各冻结1/5，然后提书面报告哈。好，60案。60到72。60到72。对对。跟委员报告一下哈，这个是那个固定构建资产的部分哈。那编列的那个经，我们这个计划呢，在11月21号哈，已经奉行政院核定106到110的办理哈。那所以说这个我们是何时编列，那是建议是不是就是动1/10提书面报告？删除还动？各位有没有意见？等一下哈，66案哈，这个就像我们这个有跟这个港务公司有协调过哈，他还是需要去哦新兴计划去跟地方政府协调一下哈，所以这个应该要冻结10/10提报告。包委员哈，那个我们在这个计划报行政院之前，都有
都有董事长、总经理率队到各县、港的县市政府所在地，跟首长或副首长哈，来做沟通过。那原则上都同接受以后，我们再报交通部转型政院的。不是不是，来有啦，不是不是那个部长，我们说真的哈，因为这个经费非常庞大了哈，147亿多了，然后分七年办理了。那这个在国民党政府时代呢，他很多考量都是跟中国互动的，我们不可讳言是这样哈。所以我们要求虽然是这样，我们还是希望要求交通部去做一个总体检跟整理跟检讨，在我们不是要删你的预算哈，在真的去除，真的开始一个新阶段的启动，所以我才会说全数冻结，等你们真的想好你们要怎么做的时候来做一个报告，以后全数解冻，这样好不好？您的指教是说我们可能有一个更清楚一点的执行计划之类 是吗？是。那我们这个还是提书面的报告嘛？这个，我们做必要的时候，我们做专案的报告，我想都可以，因为这个确实牵涉比较大。对，这个牵涉很大。比如说我刚刚我的助理跟我讲，比如说两岸快递，我们已经确定不做了嘛。这个在你们的七年计划里面虽然都有，但是有一些真的要做一个检讨，特别已经是，不同的负责人的啦。现在是民进党是负责人哦，新的执政党应该要全盘检讨一下。我并没有要删你们的预算，我要求虽然这是七年计划，但是143亿的计划哈，应该。你要冻结多少，部长你说没有关系，不，我觉得冻太少就没有什么意义哈，但是我也不知道要冻多久，这个我是完全尊重，但是我希望我一直一再的强调，我希望我们做一个责任的归属跟厘清，特别是这种有延续性计划，什么七年计划、几年计划，你至少在这里做一个责任的厘清、划清界限。之前是国民党做的，之后是民进党做的，以后有什么责任要追究的时候，大家清清楚楚，不要到时候呢啊就混在一起了，全部都我们负责了。你刚刚讲的是五年了，那个106年是17.43亿啦。好，那是不是我们在17.43亿的这一个部分就动五分之一？本来我们是希望说用动十分之一，因为刚刚讲了两岸快递其实是只有一点点啦，所以是不是就动五分之一？没有啊，你那个什么中心计划、台湾商港营运设施，那是七年呢、欸。对，可是我们在106年只有17.43亿，那等于说我们冻结的五分之一里头，我们把这个部分讲清楚。这书面资料里面，书面报告，我们把这一些部分委员的疑虑，我们把它讲清楚。我可以尊重那个交通部，嘿哈，我可以尊重交通部的说法看法，但是我真的要你们清楚的来让我们知道说之前的做法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啦，简单说就是这样啦，我要很清楚的说，来，我们来做一个厘清，这样的策略，其他策略，这边是国民党负责，这边是民进党负责啦，就切这里，就切这里呀、啊。是啦，那就是照委员的意思，我们在书面报告里面把它切清楚，那动五分之一啦，好不好？是。五分之一啦。部长说，部长说。我的了解是，好像105年度都还有一些预算冻结还没有动嘛，所以这次不能动太多啦，是不是？我们还是照港务公司的建议，五分之一，一百零年度要支付的动五分之一啦。动五分之一，7点多亿的。不是，加上那惯例动四分之一啦，书面报告再说了，好不好？好，我没有意见了。动四分之一，五分之一，我不坚持。但是部长，我很坚持的是这个书面报告要很清楚。了解。好，要很清楚的，就像我刚刚说的，责任谁做的那个分界点的各项业务要非常清楚啊。好。好。63案到72案哈，动五分之一。
提很清楚的书面报告，要加几个字嘛？好了，你要提很清楚的书面报告哈。平常都是一张的，这个要两张最少了哈。这样可以了吧？业委员满意啊？好，谢谢。请各位翻开73案。没通过，我们都不能办法做啊，也没办法去做。六十个冻结，都是冻结。麦克风，麦克风。对啊，因为第一张没有通过，就没办法。按照73了，63到72啊。对。63到72。啊，对啊。对啊。对啊。63到72嘛，60到72，对了，60到72，60到72，哈，好，翻开73案，73案，这个案子我们跟林委员沟通过。那我们最终觉得林委员的这个提案是我们可以来办理，我们遵照办理。73案，3000万了。对。等一下啊，我这个，哎，先说一下，你们每一个都3亿多呢，哈。啊，执行率才86，啊，有必要编这么多吗？啊，基隆港的电脑就1亿5000多万。这太多了吧，这个都是有它的需要性啊，这个因为这个我们跟林委员有说明过，他也都认同，所以我们也就接受他的这个提案，就是3000万啊，就拜托给我们支持一下啊。不太行嘞，这么多钱，我们是不是来检视一下哈，为什么台北码头你们前面都已经编那么多了，这里还要一个什么整件工程3亿多啊？那个锦荣你说明一下啊，台中也要3亿多啊。包委员，那个台北港的这个工程就是我们要做南码头区，已经有招商，那我们要做码头了，做码头还有就是一些道路公共设施的部分也要做。那个在前面已经有编了。那个基础建设的部分是航海基金，这个营业项目的话有在自偿性的。那再来台中港的一样，台中港的包括那个码头哪一个改建，33、34、35嘛，对。33、34、35的一个改建，这个部分还有部分的道路辟建，还有就是配合这个未来的那个有一些产业进驻的话，有一些设施哈，要去处理，这一个部分是统合起来。什么设施要去处理？这个我想跟业委员报告哈，我们把这几个列出来的这些计划项目清单，那我们送一份到委员办公室了， 好不好？然后基隆港电脑那什么怎么了？对，我们把它的实质的需要。基隆港电脑是怎样？基隆港电脑怎么样？为什么基隆港电脑要设备要到1亿5000万？才一千五百万。那个基隆港个人电脑及电脑相关设备才1500万呢、啊，不是这个，可能是是1500万，写错了。对。哦，这个案子我们就3000万了，好不好？然后我们把计划清单送给那个业委办公室。没有意见哈。好，73案，3减预算3000万，照案通过哈。好，74案是决议案，我们逐案处理哈。73案有没有意见？文字修改文字，你们讲。就是我们在这个。74案，请看最后第二行，不应再作为煤炭专用码头使用，这个就把它删除掉。那这个也跟严宽文委员说明过了，廖廖国东委员说明过了，就是把这个不应再作为第二倒数第二行，不应再作为煤炭的专用码头使用，这个
聚这几个字删掉。好，我的修正通过哈，是技术。那个，因为他讲到十八号是一个客运码头啊，哦，那四五是作为一个沙石，就是集中管理，哦，105也是。你讲哪里？讲74案吗？修改就好了。对对对，74案。你修改哪里地方讲出来就好了，不要讲理由了。那我想就是说这样子来讲，就导数第二行。好，已经讲过了嘛。我已经不是，不是，有一句是有要修正一下。好。好，你讲。未来应作为发展客运，并提供提升装卸环保为主。好，那不应作为那个码头占用，那个把它删掉。就把它建议改成这样子。好，听得出来吗？他讲客运。因为十八号码头是客运。哦。这个有什么分别啊？对啊，没有。不加有什么关系？因为他这边来讲，加你用途更广啊，兼顾绿色产业。你加了，将来我跟你讲哦，你非做客运不可哦。主要是你主要就是说不应作为美善码头。你前面不要再画蛇添足了，好不好？好，你画了，你反而把自己绑到了，我跟你讲，好不好？好，照我们刚才董事长所提的哈，修正通过75万也是文字修正。请大家看这个倒数第三行，这里未来台中港105号码头，新建方式我们删掉，加上后线设施如装卸具有易散性物品时，就加这几个字，后线设施如装卸具有易散性物品时，然后就是后面必须比照102、103、104，那么。后面在采密闭式新建这边改采设密闭式装卸或储存设备等，做这样的文字修正。好，各位没意见照修正通过哈，76万。是不是76到81我们都遵照办的？76到81都照案通过哈。好，82万。82案这边有跟政委员说明，那么两点啊，大家都要跑，没人啊。2点我都要睡觉。张一鹏也不来了。够呛。把相关改成书面，相关报告改成书面报告。我对你最好。好。这个报告招委，好了，相关改为书面。对，82案的最后一行，相关改为书面。好，通过。83，那也是文字修正，请看倒数这个第三行，研议改善措施加一个逗点，如规划改变、调整用途，就是说用途跟调整做一个 change。那么后面为油气专区删掉，然后加一个逗点，或改建后出租与业者，或将老旧自营仓库参照业者需求予以修整，以提高资产报酬率，避免资产过度闲置。我们把文字再送给这个。好，修正通过。84案，请看这个。倒数第四行，基隆港甚至呈衰退现象，这个把它杠掉，那其他就照原案。好，修正通过。85万。85到88遵照办理。遵照办理。好，85到88遵照办理。89万。89万。来了。89。89。文字修正。89案这个，请看第四行。40公顷改成21.56，这边有一个40公顷改成21.56，然后下面一行和大型购物商场就把它杠掉，其他就照案办理。是不是修正文字通过？报告赵伟。好，就照文字通过，修正文字通过。第九十是。就是把码头改成公路。好，这个跟大家报告，我们为了
更多的空间来看哈，就是最后一行的这个码头部，我们把这个部分空间呢、啊，不只是码头了，还包括后线。哦，码头可能只是在那个沿线那个，那如果还包括后线，就部分空间涵盖码头。码头及部分空间，这样可不可以？我怕部分空间，等一下你不给码头，不会啦。不会，就部分空间更大了。部分空间比较。好了。第91案照案通过。好，91案照案通过哈。那第92案哈、哦，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已经在上次的质询以后，我们已经在公司内部请总稽核在对这个案子做专案调查？那么，所以这边要求交通部应立即查办此项采购案有无弊端及监督步骤的疏失。那至于人员的部分，我们会参照相关的这个意见来处理。但是文字上，我们这边是不是就不去提这个事情？好了。啊，就最后一个，对于落传销职位及兼职一应迅速处理，就把它先把它杠掉。但我们会秉持原来这个原则来办理。好，修正通过哈。谢谢。修正通过，还有三个临时提案来。传播委员。传播委员没来。交通部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临时抓。交通部一二三个临时提案有没有意见？是，跟主席委员报告哈。第一个案应该是杨敏这一部分了哈。那我们建议文字修正哈，最后两行是不是能够把它改成杨敏海运巨额亏损追究责任的书面报告？是不是就最后两行改成这几个字？没有，那个主席哈。这个不用改了，因为本来就要溯及既往的意义在这里。不是，现在国营事业哈，前面的经营团队拍拍屁股走人，那把国家的债务留给下一代，也不是留给交通部哦，是留给国人哦。你知道今年前三季阳明海运已经亏损130.23亿啊，去年亏损45亿，去年的公关费用花了5800多万，然后他的财务经理呢又升总经理。哪有这么好混的一个单位啊？所以这个要追究。第一案怎么改？再讲一次。就最后两行是不是把它？这个我不同意的，溯及既往改成。叫我们改成书面的。改成杨敏海运具有亏损追究责任的书面报告。溯及既往要啊。我跟陈委员哈再报告一下，因为国营事业哈其实它没有包括杨敏啊哈，它是杨敏是上市公司啊，关谷公司的，我知道了。所以那个文字杨敏海运公司嘛哈，具有亏损能溯及既往的追究制度可以吗？不是。欧委员，你提的话，只要针对阳明就好了。没有，因为你讲国营事业、啊、扯太多了。没有，因为我们的那个交通部主管的国营事业有很多嘛，包括他子公司、孙公司。那你这样一弄的话，等一下经济委员会、财政委员会他们通通来了。不管他们，因为这有牵涉到通案的问题。处理交通部就好了、啊。这个是不是我特别啊？部长说明一下。陈委员和赵委大家来报告一下这个案子。我想这个陈委员的出发点我们是完全了解，就是说不能够让过去的这些疏失视而不见哈。这个实际上交通部现在已经成立一个就责小组，我们很可能在最近就要把相关人员移送这个检调单位了哈。但现在正在做这个资料的清理。但是这您的刚刚这个建议里面，最让我们觉得比较不容易处理的是要等就责完成纾困啊，这件事情恐怕时不我与啦。因为其实现在坦白讲，这个整个航运不景气的情况下，我们现在希望用一些减资增资的方式啊，来寻求社会上的支持，让我们的具有国营这个股份的这个公司呢，能够在资助台商跟帮助像新南向啊，恐怕都需要阳明的活力了。这个时候他面临的经营困难，我们必须要先让他纾困，一起来做救责归救责，但是展望归展望，政府也应该在这个时候适时的协助了。是不是两件事情能够体谅？我们把这个文字拿掉哈、啊，你救责的部分我们继续回办来。那个部长这样讲，我同意了哈。那我们就。以阳明为例，先来讨论一个能够溯及既往的追究制度。那至于纾困的方案，因为行政院也通过了哈，我们立法院也不便于过于大意的干涉了哈。但是纾困的部分能够妥善这个针对纾困的这个情况，可能做一个报告，好不好？好吧，这样处理。好，没问题。好，那我们就照我们交通部修正嘛哈。好，谢谢。修正的通过。好，谢谢。那就第二案呢？就三个案一起是不是？第二案有没有意见？欧委员，第二案有没有意见？
这个跟港务公司讨论很久了啦，港务公司应该没有意见吧？那个我们做一点文字修正了哈，这个第二案的部分哦，原提案要求交通部后面这个在两周内提出过渡时期是调降港户租金及管理费方案，并这个把它删掉了，就是说原提案要求交通部督促台湾港务公司尽速提出有效的体恤方案，这样子啦，啊，效果是一样的啦。对，那有一些是有合约的问题啦。我想跟委员报告，两个月的好不好？两个月了。我们有效方案了，因为这个我已经谈了很久了，而且现在这业界这个叫苦连连，你们自己刚才讲的对，好，两个月好不好？好，提有效方案，好不好？哦。这个调降了，调降这个港户租金跟管理费哈，有效方案，有效月哈，改成两个月了。好，文字你们修正一下哈。第三案，第三案，我们也是建议文字修正了。这个，因为这个其实是有历史共业哈。那原提案要求交通部，我们是说查明已是公允，这样就好了。其他的文字就删掉了。查明怎么样？就是原提案。要求交通部查明已是公允呐、啊，查明什么东西啊？就前面所写的这些规定款了、啊。要不要规定呢、啊？规定有啊有啊，前面都已经写了这个。查明上述规定。对啊对啊对啊，查明上述规定款已是公允这样子的。那个主席啊，因为这个案子每次我列席他们的开会啊，他们都提到这个案子。对。早就已经前都已经规定，但是。你又去哪里开会？台湾他们三港事业那个同业商业同业商业工会是商业同业工会的，他们就提到这一点了。那看来他们这样，如果说哈，你们连这个都说不清楚的话，那真的是这那么多年人家一直有质疑，把道理讲清楚嘛，能不能？对，那给大家一个合理的说明，好不好？可以吗？就最起码的嘛。好了，是文字修正，好不好？好了，好，文字修正哈，好。好，协商完成，做以下的宣告：协商结论免予宣读，授权议事人员整理作为决议列入记录。如果有委员对提案补签列入记录，针对本日上午的会议做如下的决议：一、预算审查结果照列或照协商结论通过，临时提案照协商结论通过；二、韩港建设基金非营业预算及台湾港务有限公司营业预算均处理完毕。下午两点继续开会，休息。辛苦了，好吧，辛苦了，董事长辛苦了。那个15万没有问题。谢谢 ，OK， 敬礼。这样，谢谢。部长又讲了，是啊，谢谢。OK， 还发便当吃啊、哦？有便当有啊？便当。先便当好。好像不太一样啊，那你们辛苦了，两点钟开会。过一会儿，过了半小时，他都忘了。我们两个人，我们是有外面的啊，是有外面的啊。陈老板，把一个重点拿起来，这个厕所，厕所，厕所，外面厕所。